可能今天呢，我们这些粉丝哈，都是比较关注我们中国传统的器物哈，对于一些外销的器物，他可能不太了不解太哈。了解。那么好了，这件器物哈，第一，它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徽章，荷兰的麦道。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徽章。同时，这些英文字哈就不用说了，就荷兰文。那么为什么他画一个西洋的女的贵族呢？他为什么不画个男的贵族哈？是因为当时18世纪，这件也是十八世纪哈，18世纪的时候，荷兰它的政府呢女皇。出了一个银币，这个银币就是这个头像，所以呢，这个银币是来到景德镇，按照他这个银币来烧造的，又学到同时后边，因为银币的后边就是这个徽章，那么这件器物呢，就是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让定烧的，难非怪，常稀有的一件是，外销瓷，所还以很啊。小巧，买到它呢，就能够追溯到几百年前啊，当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没多么错，的强大。每年大概啊，从17世纪到18世纪晚期，每年到荷兰的我们的景德镇瓷器啊，大概200万件套，每年大概200万件套。那么可以想象一下，从17世纪到乾隆晚期，前后也过百年了啊，过100多年吧。每年200万件的话，100年多少万件的呢？哇，天哪，这太多了！所以当时啊，对，当时的这个繁盛的瓷器的这个贸易，贸易哈，就可以说是。统战了整个西方国家，那从荷兰就会转到美国、法国、比利时、英国等等，所以呢，这个东印度公司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中荷吧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也背后呢也是有政府参与的，那么。不容易，这个有一个这样的可爱的盒子。那么碗盘瓶我们也会经常见到，但是碗整器现在也不多了。虽然啊有过亿的瓷器哈，能够到了欧洲，但是到了今天能够找到好的碗整器也不容易。而且这件瓷器的这个徽章款是我见过的徽章款瓷器里边画的最细的一个。对。那单买它，不要说买什么年代不年代了，就买这个造型，再买它的历史，它里边的那些内涵，我觉得就超值。啊，我觉得就很值得大家从一件小器物能够回到时光隧道，能够追寻到我们当年中荷贸易的影子，没错，对吧？对，就所以是，大家也可以知道一下，也可以关心一下，也可以举举手，对，多抽两口哈，就多抽两口。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呢，其实老师也给我们讲课讲过的，就是这些艺术品呢，有的可能它的市场价值可能会高一些哈，有一些可能不一定高，但是不一定高的那个，也许它是博物馆级的，它这件器物所承载的一些历史和这些事情，它的这个文化上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它经济价值的。没错。那么这件器物，我觉得就是一件博物馆级别的器物，没错。哎，跟它多少钱没有关系。而且这个博物馆不管是在荷兰还是在我们中国，它都是博物馆级别的。没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20年前，我捐过一个这样的盒给赛克勒博物馆北大。北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总共捐了这个外销瓷哈，给北大赛克勒博物馆呢，大概有
有二三十件吧。嗯，哦，那最近塞克勒博物馆有外销瓷的展览，对，大家呢如果有机会啊，也可以去看一看，观摸一下，哎，啊，也可以去学习一下。嗯，那么他这次展览呢是从古到清代，嗯啊，就是从古代汉唐宋元明清这样子，很值得大家去观赏一下。是的，趁着这个放暑假的时间哈，是也可以领自己的小朋友啊，是吧？一家人都去享受一下，嗯，是吧？也可以熏陶一下，对，给小朋友啊，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给继承一下，年轻一代，嗯啊，多多学习学习，嗯，是吧？还有没有朋友再来一首凑个整的？您再出一首，你家里就拥有了一件博物馆级别的东西。真的，哎，朋友来了到你家里看，就是我觉得这件器物有的时候到博物馆都未必能见得到。没错。但是你买到了，比如我到你家去做客，你就可以说来你看看这个，你还能上手。博物馆没有的东西你都有。这还是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对，文化沟通与交流。对，没错。嗯。那目前的最高出价呢是29,000元。那假如没有高于29,000的话，这个容量准备到手的绝大。嗯，凑个整吧，不差这一手就有一件博物馆级的藏品。好，那29,000元第一次。之前出价老师还可以继续出一下价，没有出价老师我们要继续倒数了。嗯，这确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对，精致的小器物。嗯，那没有到手的话，我们就29,000元第二次。感谢物竞天择老师的关注，大家多多关注翟老师的抖音号。嗯，29,000第二次了啊。哎，是的。有喜欢的河属东印度陶瓷。嗯，荷兰东印度，他估计是手写的，可能对对对，嗯，荷兰东印度。嗯。那我们要倒数最后一次了，各位老师还有要加价的吗？29,000元最后一次。哎，3万了，三万了。感谢老师的价，大家都觉得啊，应该好啊。嗯，同时呢，Mena， 我告诉你，嗯，如果在欧洲，这件哈，那肯定6,000-7,000镑都买不到。我觉得也是啊，嗯，因为在内地吧，还是大众不太。对，懂得这件器物的重要性，嗯，或者对它的认知还不够，嗯，啊。对，那我们30,000元第一次没有要加价的老师，我们就继续倒数了。30,000元第一次，各位老师不要卡秒出价啊！那30,000元第二次，第二次啦，嗯，啊，嗯，别卡秒啦。是的。不要卡秒。有人说居然见到我，我周三周六我都在陪伴大家哈。对，那没有要加价就30,000元最后一次。好。好。好，恭喜这位老师。恭喜。这件。那么下面进行的是展览的第6号拍品，民国的韩红墨彩实木在眼前图插屏。通高是53.5厘米，哎呦，那么品相良好，是1,000块起拍哈，价高者得。这儿两拿的还是下手了，下手了，嗯，下手了。是有一块叫做这叫红木的底座吧？红木吧？对。红木的底座啊，嗯，画的是钟馗捉五福，这算是吧？叫福在眼前。是。嘿。这个应该怎样？这是我这不知道画的挺热闹。对对。哎，今天刚看到黄小印老师，对，你们都分得很清楚。黄老师好。我们经常叫王不分，对啊，王不分。我以前其实我像。挺会说的，现在越没事，多说说就好。香港不是都叫翁吗？对吧？翁呀，王跟远一样。对对。后来就会，会特别会说啊，我是江夏虎王。嗯。或者是我三马王。嗯。三。啊。都还王。啊，这张瓷片哈。嗯。
浮在眼前的钟馗，哎，喂，为什么多数画钟馗？是浮在眼前，那你不画老魁，也不画李逵，为什么都画钟馗呢？钟馗那么多神仙，是不是保平安吧？是吧？我不知道，我还真不太知道这个耶。大家有知道的吗？互动一下啊！对啊，啊是还是粤语吧？好啊，你叫我讲讲讲广东话，我真系白话一流啊！辟邪的啊，镇宅辟邪，对吧？没错了、因为他是抓鬼的，我记得。对，他不是抓鬼，他是镇压、镇压、镇压、啊。对，因为钟馗长得丑。哦。他本来是唐代的。他本来是唐代的宰相。哦，气势雄伟。但是呢，当时的皇帝啊，就看见他就害怕，说他长得那么丑，别倒胃口，倒胃口，然后呢，倒胃口呢，他对他来说也是个人的一个叫什么，就是硬伤，天生的一个硬伤。对呀，就是也不是我，是那个什么的父母给的，后来呢，他就生气之下呢，我还不干了，不是不干了，他撞柱死的。哦，自杀的。自杀的。后来呢，后来皇帝呢也后悔他，哦、他那么有才，对，就给他呢就供了。后人呢就定他就是给他是一个仙的位置。所以钟馗一时。这有镇压镇邪的那个造型出现了啊，那么好多人呢都喜欢钟馗啊作为镇宅的一个什么是状元，对啊，对，殿试之时皇帝取了第二名，他落榜了，哎，这些粉丝都很那个什么对，都知识渊博，多知识哈，对，钟馗是陕西中南人啊。小时才华出众，唐武德年间赴京城应试，却因相中而落选。哎呀，所以他就不是小鲜肉。但是呢，钟馗流传至今千年以上，但是很多这个老百姓都特别喜欢供养他。那是。那么我们这个。民国这张钟馗那个浮在眼前哈，就是一天的这个差不多五底价了是吧？五底价、现在是出到了1700，我的妈呀，1700这单单做木头，连木头都不够，都不够啊！而且这个还是老的，你把那个木架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木框都是老的，看一看这个木框啊。这个是两拿的哈，分题，它是一个插屏，还可以挂在墙上。对，分题两拿的。那么呢，一圈呢是以青花为纹饰，画的这个为纹。完了，那么主纹饰呢是一个钟馗跟几只蝙蝠在一起啊，叫做浮在眼前。对，民国的啊。民国的。那么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背面。好嘞，背面这个背面是封起来的，是有封底的。完了呢，还有一个就是整个这个木框木架都是红木的吧？老红木都是红木底架啊。是，单单做一个这样。这个框现在做下来得几千块？得4000。5000我看做不了吧？是啊，现在在直播间里才租到了1800。哎呦喂！好，大家再看一下啊，而且边上的这个回纹是青花的啊，它还需要先。高温烧青花，中间留白，烧完以后瓷板没有摇裂，没有变形，没有串烟，没有瑕疵，再画这个钟馗，然后再低温烧一次的啊。东西呢是民国的，那么画的也非常精彩哈、那么放在家里边陈设也好，是放到最好是在那个叫进门的地方，进门的地方玄关宅嘛，对，关的玄关对。所以呢，这个东西。首先陈设性够，另外绘画的，你看大家伙看看这个钟馗这个神态，那个抬起那只脚，还有那只靴那个墨彩，是手里拿的那支剑，而且再加上诗文，还有五只蝙蝠在这个前后哈，
嗯，什么争魁捉五福，这福在眼前，寓意非常好。没错，没有五个福吧？四只。那可以就说福在眼前。福在眼前。还有钟馗也是财神之一啊。哦。五福，五个财神，五财神。哦。钟馗也是一个财神呐、啊。哦，学习了。是抓羊的。哦。财神爷。哦。还有，你看多大的屏风，放起来不好看。对。还有木工的也是好事啊。是。都是好的意头在。没错。有刘钟馗又不怕不好的东西，还有财源滚滚来，多好，棒极了！是，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评。对，而且是老的。对呀、啊，而且这是民国。民国有100多年了吧？而且现在有。哎，也差不多100年。对，有。90几年嘛、啊，民国是吧？对。这钟馗的个儿多大？还把我小朋友。对呀、啊，你看我站在旁边，他都把我挡了。对。好，那现在是最高出价天老师的2700元。对。因为今天是拍卖嘛，哈，咱们还是价高者得。那么大家如果有不准备出价的话，我就准备落水给这位天老师了。对。这个太便宜了吧？对啊，两新的东西也不行啊。跟白给一个。不是新的，你单单买一个框多少钱？做一个框啊，现在做一个框也要。好几千哦，是啊，是吧？对，因为是红木的，过不了。对，好，那现在是天老师的3100元。这个差评都。喂，大家别错过啊！谢谢。啥时候？民国的，民国的，对。哦，这个老师在支付，对，大家点击去出价，支付一个保证金就可以出价参与我们的拍卖。嗯。对，概念太好了，这个。对。哦，原来哎。啥品相？是全品的，全品的老师。说过吧，我就说说个五财神嘛。五财神不是都说关公啊？哦，他有五个财神。哦。五个，对。钟馗是其中一个。哦。刘慧芳也是个财神。我托大的福。我们的财政大神，大神，我就对我们的老师要不要看一下？哦，我管翟老师就够了。你出哎，这个楚老师出一万，那赶紧我们整的喽，跳价了，直接跳价出，对，跳价出啊！你说这个品相怎么样？品相完整，对，完整的，你看是个全品相，是，而且是红木的原配底座，对，是这个都是老红木啊，不是新的。好，那目前天老师的最高出价，那么几位老师，哎呦，又来了，就有老师，大家要加油，老师，对，大家可以跳价出啊，这样就不用慢慢的等了。刚才1700的时候，我以为停了，我以为就要跳了。我也是，是郎老师，您支付完了吗？去了，对，真的要买回去了的。啊，款儿，我们这不是没款的，款的，对，这个，对啊，在纸上，都在这里了，哦，对。就在这里了，还是写还有写福在眼前，对，有年干，还有写谁？但是这个它是属于写的化于朱砂宝，但这个东西应该不是朱砂宝有的，是朱砂这个地方的。对，它是从时代的东西，别人某个人来仿这个朱砂宝有。嗯，东西是民国的哈，那现在是尤老师的最高，天老师6200。对，天老师来了。其实朱砂也是很有名的嘛，在景山镇是吧？嗯。不在眼前。陈先生没看清楚啊。有看，我再看看他的名字。你看，这个化玉朱砂。对，化玉朱砂。对，化玉朱砂。不在眼前。嗯。什么年？戊寅年。啊。我看是戊寅年。那就戊寅年。是什么年代也没跟大家查清楚啊，你们。哎。这个是我们的漏了。好，那么目前的最高售价是由天老师7400。对，其实这就是那天那个节奏，从200的100、200一口喊到1万。对，大家大力出奇迹啊，欢迎跳价。对，咱们不要100、100。对对对，哎呦，尤老师7600了，7800了，对，大力出奇迹啊！你看你不，对对对，这个其实啊，你要是不放在差评，也可以挂画，对，挂起来也好看。嗯。所以不光是差评，也不光是放在桌上，是可以放在墙上挂起来的。你需要的话，我们得给你，
弄一个挂画的架子。嗯，刘那、这个问有粉丝问的，刘董事长什么时候开玉器专场？我看有你们主持，阿姨说的比你好啊。我这有你们的主持，我就再过一段时间弄。不过你们会不会支持我的？那必须支持啊！支持翟老师这个瓷器工厂。嗯，哎，我那个到时候一定跟大家对，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踊跃加价。不好意思，哎，连木银年是1938年，1938，对，1938到现在，2023，等于是现在是80多，就是民国时候嘛，90，对，还是比我们大。对，现在是魏老师的9800啊，好，那才一万了。哎呦，天老师10000了，嗯。刮起来也好看的，哎呀，非常好看，对，非常好，非常好。还有跟你看，跟翟先生的衣服一个颜色哦，是，他有同款，他那个颜色更红，更高级，对。啊，好，那天老师的10000啊，那么价格提升了10000，把我们小白挡了啊，没事没事，拿着，没事拿着啊。大家加油，加油！是，那天老师的10000，那么假如没有天老师，没有高于天老师的话，我这边准备倒数了。那地老师的11000。哦，谢谢谢谢，感谢。价钱从1200的加到了10000，那么10000会上。大家也不要走啊，我一会儿有礼物送啊。哦哟，我看就想，翟老师怎么已经好几期没有送礼物，我就操心。嗯，所以这次特别来了，也特别带了我一些小礼物，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看。好，大家加班啊。好，那目前的最高出价是地老师的11100，假如没有高于11000的话，我这边就准备倒数了。是的。那11100第一次，刚刚几位老师要砍表出价了，正在倒数，马上要落水。现在地老师的11100，我觉得呢，加一点好一点，别11000了。不是双一也好啊，双一也好啊，没关系的。11100第二次，对，刘老师说这座已经很好了。哎，砍表出价啊，网络延迟的。嗯，那11100最后一次，最后了。好，别走啊，一会儿有小礼物哦。这声音挺大的，是吧？没有，不能叭一声，这呀，不要这么粗鲁嘛，对。好，下面进行的是本场的第1号拍品，清道光的官窑青花茶之莲纹盘，直径是15.7，那么椭圆的有1条1厘米的冲线已经修复，那么起拍价是1000块。这个咱们是个官窑，官窑来了，官窑来了，对，道光的哈，对。那么呢，这个品相呢，有一张图片可以做一个详实的解答。嗯，对，说一下。原始就是拿开一下，有条那个，对。哎，这个是他没有修复之前时候的这张照片，留的一个资料哈。是啊。嗯，就这儿有一个这么长的冲线，我们已经拿笔给画出来了。对。很短的，很短的，很短的，大概因为这个拔的口圆一共就2厘米多嘛，对，很小的哈，就一厘米就是一个 mm 啊，一个 cm， 对，对，1公分 cm， 1公分哈，可以接受。对，另外啊，它这只拔呢，现在经过了商业修复时，你完全看不到了。哦，那这张图片呢是修复之前的样子。对，因为这个冲线为什么要修出来？因为这些冲线如果说是那个什么外力啊、震动什么的，它有可能会走。嗯，那么这样修复以后呢，这个东西是这个冲线不会变长了啊。所以说我们如实的把这个品相给大家那个啊讲清楚，讲清楚。嗯，完另外呢，我们也会给随着器物把这个图片发给您，到时候让您那个在家里做做功课学习的时候，找找这个修复也能用得上。没错，是。所以呢，我们这件呢，也是特别给粉丝们的哈一个超啊好的一件，又特别好的这个价位哈，的一件官窑器。是啊，给那个大家。是的。
哎，有些话现在我都不敢说，怕噔一下又来。想说什么？啊、用英文说，给翻译。我们一点一点变相翻译。对，一点一点变相翻译一下。绝对厉害。就是应该工业的业，工艺的艺，所以。哦，就是比较。可以 increase in value，、啊、对，就是超，对，就是，就是好像不行，嗯，不能、嗯，对，就是他买回去，他绝对是很好的，很对，啊、对他之后肯定会更好，啊，更开心，对，更好，哎，这市场上不多见哈，对，您说找一光绪的可能多，但这是道光的啊，嗯，道光官窑，哎，道光官窑，而且呢，路粉呢还。挺不错的，我瞧一瞧啊。嗯，您看看，青花花色，釉画工，哇，就除了那条线不说哈，嗯，还有它的款字，啊，它的 mark， 嗯，我帮老师可以看看，给大家看看那个款字，给大家看原款啊，倒过来，很标准的道光一级、嗯、七级。一级棒款啊，嗯，一级，一，要靠吧，一级棒，要靠，怎么说？很棒，哎、啊，的款子，对，哎、啊，所以呢，可以说是100分了，嗯，啊，可以说是100分了，只扣分的地方就是那条小松线，嗯，是，那么应该啊，如果是啊，不是很伤筋，很伤骨头，是吧？那价位之内，大家应该可以。选择一下，是，真的是 beautiful 啊，真的是 beautiful， 而且呢，它怎么地也是个官窑啊，嗯，还是道光的啊，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哈、啊，大家哎，努力努力，嗯，对，回家，我也有件道光小官窑，对吧？也可以玩一下，嗯，好吧，大家努力努力啊，嗯，这个价市场的话，你就想光绪的吧。光绪的存世量最高时候，这个涨到六万，六万，六万二，六万五，对，六万二，六万五，光绪的，光绪的 ，OK。那么这个道光比它提前了4个年代，对。那以前的市场价大概我觉得在十来万，在10万左右吧，9万到10万的样吧 ，OK。那么它虽然有条那么细小出现，那么这个东西应该在5万左右。我觉得不正常的行情。应该不止哈、啊，我觉得可能不止。是，那么现在的是 H 老师的35000元。嗯，好，大家看这款是正的，那么我纵向180度翻转，里边的画片也是正的。哎，怎么看是正的呢？中间的这个莲花朝上的。哎，而且呢，哎，款是正的。对的。对，我翻的歪了哈，实际上正的，你自己拿着翻的时候，它就完全没有问题，而且非常规矩。嗯，官窑啊，青花官窑，道光的还是，而且是光绪的。不是，而且呢，那个肖老师，对，他所有的画工、青花发色、盘的造型，包括胎釉啊、嗯，还有款字，100分，100分，没得挑了。嗯，你挑就挑那个。小小的冲啊，这个东西是有条冲线，给大家再展示来，这把好嘞，好嘞，喂啊 ，Mandy 啊，我看呐、啊，嗯，你都不要回去国外读书了，你看看，哦、直接来上班了是吧？没去，这主持人啊，有素质，有风度，又美丽漂亮，哇！谢谢这位用户老师，花了多少钱？啊？花了多少钱？是呀、啊，那个，no， 发自内心的啊。这个品相啊，就是现在，因为在这个盘子上面呢，已经经过了商业修复，它是看不到的。对。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在修复前的这个品相给您打印到图片上面了。对。嗯。大概有一个1公分，不到1公分左右的一个冲线，现在已经经过了商业修复，现在是通过什么手电是很难看得出来的。而且这条线呀，还有可能是像翟老师以前讲过的冷片，因为它这道线里边没有脏东西，没有污垢，就是我们这个照片啊，看里边是非常干净的，哎，所以有可能甚至是冷片，都不一定是后天人为使用的时候，比如磕的冲哈，嗯，哎，
啊，那目前是 H 老师的35000领先啊，这个光的官窑商业修复修的这么好，也是要一点银子的哈，小老师，这才35000。这个牌哪哪都是银子。好，那 H 老师的35000领先，那么大家如果没有高于35000的话，我这边要准备倒数落锤了。嗯。那么刚刚几位参赛老师，现在是 H 老师的35000，那35000元第一次。几位老师正在倒数啊，如果大家不准备加价让路给这个 H 老师的话，那我就准备落锤了。那35000元第二次，大家不要卡秒出价哈，网络出价延迟的。35000元最后一次，发力啊，主动出价的发力。好，哎呦，你我跟你说，你不能太使劲儿。全品吗？这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过了。对，所以他已经不重要了。你看轻一点，可以了，可以了。是吧？好，来第八号。第八号是明代的霍州窑花口盏一对，直径是8.6厘米啊，然后品相是良好。嗯，8.3。就霍州窑这个窑口不常见呀。哎，大家有了解的吗？咱们互相聊一聊这个霍州窑。对。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小碗吧。展示一下，很素净。很素净的啊，那么以器形釉色为追求的，整个这一代人的审美，这个朝代的审美吧。嗯。以釉色和这个形制来。来一直在受大家追捧啊。那么我们为什么把这对那个碗呈现给大家呢？首先，那么这对碗的文化，霍州窑，霍州窑是哪里？小白，山西，山西哈。哎，那么霍州窑是以烧白瓷为主，以烧白瓷为主，是不是？仿定的哈。最近有一只岳无春，霍州窑。在纽约佳士得拍卖，拍了差不多80万。哦，霍州窑的啊，那么贵？岳无春，就是金斯拉里的那场拍卖。嗯，那么这个杯子也就跟那个岳无春瓶一样，来源。哦，这对杯子啊，它可爱的什么地方？第一啊，它大小适中。作为喝茶，这个是茶具来的，不是酒器啊。因为呢，我们曾经发现过它有托，它有那个原来的托，这个托呢，就是茶托，所以这对小杯子啊，就是喝茶用的，当年也是作为茶器。对。那么它好处，第一，大小适中的，非常可爱；第二，它就是有莲瓣的，你看它和花口一样。这个古人呢，他的想象啊，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出这种花口作为整个白的装饰，没有任何装饰，就是 white 白的，但是呢，他能够创出这种瓜棱的这种一半一半的，其实有这个花口作为他的装饰，是不是很雅？是很仙气啊，对，就很有那个内涵在的，对，就加上一杯美茶的话，看到这件那么雪白的这个胎釉哈，是不是看到的都非常欢喜？是，看见它就心生欢喜，特别是那个朝代的时候的人，他们是不凡的，不俗的，是文人治国，当时是文人治国，以文治武啊，所以呢，大部分上至这个皇家啊，以及文人，这个君子啊，以及老百姓，都是以文雅是堪称，所以他们的器物啊，他们的用品。也是很文雅的，那么所以看到这个小杯子，你说是不是特别可爱？没错。而且呢，年代百分百呢，
倒带。是啊，年代是百分百倒带。那么但是哈、啊、某种情况之下啊没办法，嗯，只能够告诉大家、嗯、大家心里明白。嗯，如果喜爱啊古人的器物的话啊古代的器物的话，大家都能一看能看得出来。是。那么霍州谣是山西的一个很有名的民谣，嗯，很有名气的民谣。民谣啊，民谣。同时呢，它是创烧于，怎么说呢？创烧于、哦，哎、啊，这个悟道人生老师说的对。啊，对。哎，就这个时候。对，差不多那个时候，但是它创烧于五代。这个北宋时候啊，就是仿定，嗯，因为定谣以当时来说呢，就已经是很有名气了，嗯，那么在山西也开始呢创烧这个这种品种，嗯，我们呢统称啊叫霍州谣，是山西的。那么按正常呢，山西北方这种谣口哈、啊，嗯，它的胎啊是比较粗的，而且呢是灰胎的多，但是呢。霍州所出的这个胎呢是雪白的，近似于定窑，好吧、嗯、大家应该哈、啊、也应该要，如果喜欢这个啊古代的东西的话，不妨可以试试参与一下。是啊、嗯、这个现在呢谭老师是全品，他问是不是全品。是的是的，全品。全品，嗯，非常可爱，可以值得自己拥有，同时也可以收藏，嗯、可以呢作为两夫妻的主人辈。我也想这么说来着，对，就蝶恋花啊，没错，就是看着它就很清新，很清素雅，哎，对，没错，很高级。如果这高贵，哎，很高贵。如果这一对杯真的自己请到了，买到了以后，还有一个好处哈，就真的喝茶使用上来说是很好用的。嗯、虽然呢它是这个老窑哈，不是明清瓷器，是霍州窑，但是它的釉水呢是非常紧实、非常紧致的，然后呢也没有开片。就是如果它带开片的话，你可能喝完茶以后这个茶渍就浸到开片里了，嗯，也不好看。但这只杯子我们看它的这个釉水啊，你怎么喝茶？洗干净了它还是这么洁白如雪一样的感觉。柚子的质感呢也非常好，也不是亚光的，哎，纯是使用的啊。然后也感谢刚才的 H 老师哈， H 老师买到刚才咱们那件道光官窑了、嗯、他说这个已经是他买到咱们的第四件藏品了。没错，感谢您持续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哈，再次感谢 H 老师。好，那么现在这一对儿是两万五，哎，花口展一对儿是两万五。对，那大家没有要继续出价的，我们就要开始倒数了。那两万五第一次，因为大家确实是不要错过，也可以，比如说过节可以送礼物。嗯，对吧？对，然后刚才翟老师也说了，说这个是带有这个展托的，您可以自己配上个展托，没错，配一个大漆的也行，或者配一个中国的漆的也可以，不难配哈，因为有很大。现在又有老师出价两万六了，两万六。对，那大家不要卡秒出价啊，大家踊跃参与，就是积极竞价。那我们两万六第一次没有。要出价的老叔，刚刚的老师们还要不要出价？我们要继续倒数了。两万六第二次，大家不要卡秒出价啊！收气。是。嗯，收气、哦。还有人要出价吗？那各位老师不出价的话，我们就要最后一次了。那。两万六天元最后一次，我买了。好嘞，恭喜结束。嗯，下一个是我们这个明代的磁州窑黑釉盏，直径是8.6厘米，品相良好。还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哈。但是当大家对它的认知都有了的时候，你买就更不是这个价钱了啊。是的，所以要
在别人还看不出来的时候下手。这不是我们打的就是一个信息差吗？对，先下手为强。对，先下手为强。没错。好，来了第九号。好，这是我们的第九号磁州窑黑釉盏啊。先下手为强。嗯，对。首先呢，磁州窑哈、啊，它是一个很大的北方的一个系。这个，嗯，是一个磁州窑系，哎，是一个大系，嗯，也就是说，它不只是山西烧，是，哎，山东呀、河北呀、山东呀，嗯、大家都烧，是吧，翟老师？河南，哎，都烧，山东、河北都有烧制哈、啊。哎呦，这件呢是山西的窑烤，是。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黑釉啊？而且呢，里面呢还带，像土豪一样啊、嗯，像土豪。原因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南方的福建的土豪是受到了北方宫廷皇帝的珍爱，特别是喝茶用，啊，宋徽宗呢也特别点名了喝茶以这个建盏御上。那么在北方呢，你就不能哎，你这个南方的这个福建这个啊，这个建盏呢，占有这个优势哈、哦，北方也开始呢有做这种黑釉的，也或者是这个土豪盏的生产啊，在北方也很受欢迎。是。那么这件呢是属于北方磁州窑系。的一个黑釉土豪盏，嗯，它这个小盏的这个可爱之处啊，第一，它的造型啊，我们呢是非常喜欢。那这个造型是一把手吗？第一，它是一把手。我们的啥？那就不拿这么拿，这么拿吧。对。哦。应该怎么拿？第二呢？这么拿。对，第二呢，它这个小的盏呢，这个形状。就一个莲子一样的形状、哦、啊，这个形状是很漂亮的，没错。同时呢在喝白茶的时候，白色的茶的时候、嗯、就看见里头的花纹了。当它静下来的时候 啊就能够看到里面的这个釉色、嗯、非常的舒服。嗯，同时呢这个小盏呢是一定是偏厚的。嗯，为什么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为什么它偏厚。首先它的胎本身，我觉得我知道了啊，但是我一会儿啊别先说。首先它北方的胎就粗，那么但是这件啊、嗯、它的过滤，怎么我可以拿双手看一看吗？来，它过滤的也很细啊。翟老师这样拿吧、哎、对，还是这样拿？一般啊，我们这样喝茶，茶道一般我们学习这个茶道喝茶的时候是茶师给你做了茶之后、哦、他奉给你了、嗯、你是要转一下，一二三感谢茶师、哦、然后再这样喝、哦、喝完了之后呢再反过来一二三还给这个茶师。哦，好高级。可是这里好像啊，这个是天生的一个，不是毛病吗？不是毛病，他天生拉黑的时候，你看好像有个小疙瘩哦，不是疙瘩，它是就是一个凹进去一点点、嗯、这小老师说是斗笠，嗯，这个斗笠，那不是斗笠，不是斗笠，这个你看误导人生说的非常对啊。对，我就想说、啊、对，被他抢先了。哎呀，有点心疼。那么这个是不烫手，所以它厚，胎比较厚，嗯，它也是仿照建盏的厚胎，嗯啊、过去呢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建盏也好，磁州窑盏也好，什么盏都好了、啊、是。这个是土豪还是窑底呢？属于土豪。哇、哦、但是它是土豪，它土豪的这个纹路呢，嗯，不是很清晰，但是也算不错。可是刚刚在那里看，我在远看、嗯、我就感觉它油腻油油滴滴的，有像油滴滴的。对啊对啊，还是以土豪，看还是以土豪
这个为民，为民啊，对，叫可是这个碗形很可爱。对，斗笠的话呢，就不是个这个造型了，就像这个农民的那个帽子，那个、草帽。对对对对，没错。对，那斗笠。好的，目前最高售价是这位老师的31000元。是，假如没有高于31000的话，我这边是准备到手落锤了。荣宝斋改成荣宝斋。不是，我们本来就是荣宝斋啊，荣宝斋从来没有改，荣宝斋还有，那是卖画的，对对、嗯、对，我们现在荣宝斋从香港开始的，荣宝斋应该还在上海是吧？北京也有，北京对 对, 对，没错，嗯，是的，两家公司，没错，嗯，那我们要继续倒数啊。朋友们，各位老师不出价，我们要继续开始倒数了。现在是31000元，这位老师出价31000。嗯，那31000元第一次，这反正我觉得是非常雅致，懂的人都懂，懂的都懂。对对，那大家要积极参与，积极出价。那没有老师出价的话，我们要继续倒数了。各位老师还有想要参与的吗？看一下，这个是31000元第二次。对，31000元第二次。那么几位老师，大家不要砍砍出价哈，因为拍卖马上落锤了，因为一个拍卖节奏的问题哈。那么大家想买的话，你就出口价；不想买的话呢，我们就落锤给这位老师了。好，那31000元最后一次。恭喜恭喜这位老师哈！那么有请下一件拍品，民国的珊瑚红地粉彩花卉纹洗口瓶一对，高度是44厘米，尺寸巨大。嗯，品相良好。全品，嗯，良好，嗯，就是渣都没有，是吧？嗯，而且呢，成对保存。另外呢，这对瓶呢，它是不是扎毛，是粘毛，是吧？粘扎扎毛，扎扎子的扎，啊、哦渣男的渣，这是渣，对，哦，渣男的渣，对，哦、渣男的渣，对，渣渣灰的渣，小灰的渣。是是，渣渣灰不是渣渣妹，对对对，渣渣灰，小慧也小慧的渣男，喜欢在家里那个学习哦，那很乖的，嗯，那么呢，这东西呢是一对的啊，而且呢，这个它是对象镜像嘛，嗯，这两边的花卉呢都是对潮的，这一对哈，嗯，可圈可点的。好漂亮的，好漂亮！虽然它是晚清的，嗯，定民国也勉强，但是按正确来说，应该是光绪，嗯，为什么哈、啊？它的胎釉啊，还是哦，聚仁堂，聚仁堂民国，民国非常好，嗯，那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款式呗。好嘞，哎，聚仁堂算是那时候的官窑了，是，对，是当时的官窑，嗯，那么这对瓶子啊，它。珊瑚红，嗯，可以说是很少见到那么明亮，是一般啊哑光的多，嗯，但是这对啊，它的光啊特别特别新，没错，身上呢画的彩啊，基本上嗯鲜艳，嗯，没怎么动过，嗯，那么聚仁堂到底是它是什么年代呢？嗯，简单来说就是。袁世凯，红线法的吗？红就袁世凯的他的御用词，袁世凯御用词一个是红线，一个聚仁堂，还有怀仁堂等等吧，非常少有哈。但是你说是不是真聚仁堂，有待这个将来的更多学者来考究，与这个考究了。嗯啊，但是呢，年代绝对是。民国时候的早年的器物，嗯啊，为什么我说刚才我说为什么他，你说他光绪也行，所有的手工艺，所有的彩都跟光绪没有分别，嗯，只不过呢，可能民国跟晚清的时候就差一天，是写了这个聚仁堂，非常好的品相，嗯，基本上出窑了之后到今天基本上没有动过。这个形状好像又像观音瓶，也是算头瓶，对的，对了，对了。
因为这个头是好像蒜头一样，没错没错，非常像。下面这个就好像观音瓶一样的，观音瓶没错，所以很特殊的，应该统称它，嗯，蒜头瓶，哦，是不是啊？蒜头瓶，肖老师啊，蒜头瓶吧，应该叫蒜头瓶吧？但是这么大号的蒜头瓶非常少，很少，蒜头瓶好像都不超过30几公分，那么这件呢是44公分的，这么大瓶一般不做蒜头瓶。因为这个成型是比较麻烦哈，对、啊，这个散布很均匀的，很均匀，很均匀，没有深浅之分，整个流畅嘛。嗯，贾老师刚才说这个沙窝红地就是特别的厚，特别的密嘛，对吧？跟这个晚清那个沙窝油光特别好，不太一样。那它能不能是湿了两面彩呢？才会有这种效果的？最少两面彩啊，要不然的话它挂不住，是，要不然就会浅呢。而且你看，就是那个它跟这个这些花卉有这种立体的对比的。嗯，就是一阴一暗，我觉得就看得出来，这个花卉这个好像花卉的彩也是非常厚重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是，而且呢，这又是花的，又有花篮，嗯啊，又有这个有很多很丰富的这个纹饰在里面。对啊，哎呀，这个上面还画了一个百花不落地的图案，对啊，对，好精细。还有这个。兰花的盆，嗯，放的是莲花哈，嗯，还有一个开片的仿鸽釉吧，哎，的托，哎，啊，这还是有吃龙瓶，还有吃龙盘的那个瓶子上，啊，还有吃龙瓶，哎，吃龙瓶，还有吃龙花篮，对，还有一个芭蕉叶，嗯，芭蕉叶不就招财吗？招财，对。还有水鱼，对吧？也带开片的水鱼，对，也是可以。关的水鱼，背面还有如意，还有如意，哎，瓜节连绵，瓜节连绵。有人问，会不会是大婚用的？还有福泽眼前，大婚啊，会不会大婚用的哦？有可能，不是那么好的寓意吗？莲花就连成贵子吗？对，对啊，都有的。然后瓜节连绵也是说子孙满堂，然后福泽眼前，反正所有好的寓意都在上面嘛。还有个如意，嗯，什么荣华富贵都在里头，哎，而且金彩保存的状态也好，对啊，口沿的金都没有脱落，是，还有那个珊瑚多好看。刚才翟老师讲了一个知识点哈，嗯，这个珊瑚红呢是低温铁红釉，它跟高温铜红釉不一样，多数的珊瑚红确实亚光的多，这一件呀，啊，是亮的，嗯。那两个是不是有些颜色差别？几乎没有色差的哦，几乎没有色差。灯光的问题，哎，对，灯光的问题很均匀。哎，从我们屏幕上看也是几乎没有色差。嗯，而且这个尺寸高度最好放家里，双朝哈，放家里的大。纹饰是双朝的，哎，那时候肯定是一对的了。哎，一左一天生就是一对。这个如意的瓣冲这边，这个冲那边。哎，没错没错。哎，全品吗？全品的。哎，品相良好，全品。还有它一点那个花残都没有哦。是。对，保留的太好了。嗯。底的居仁堂制的款儿写的也是非常规矩的。对，是。你看这蝙蝠还很，这个表情很可爱。还能看得到牙齿。对。哦。对。画得很精细，嗯，对呀，啊，我们能形容的都能形容了，是吧？对，大家还有问题可以再问的，嗯，还想看看哪个细节，也可以再拉近看，都可以。没错。然后这个草龙就是望子成龙啊，嗯，这对瓶的修足也很有特点，大家仔细看一下。看见它这凹进去很深吗？我这个食指指甲抠进去的地方，看见了吗？我指甲本身很长哈，啊，因为我要弹琴。你看这指甲抠进去这么深，这个修这个足都非常难的，很少见吧？嗯，这个边儿这不是黑啊，这是一个凹槽凹进去的，嗯，看这个修足，很有特点吧？他那个时候做法就这样是吧？嗯，有意思吗？我还真不太知道，但是这个确实很少见。嗯，就是不是定位啊？啊，也有可能。对，是。
啊，刚才有人说这个看到那个白老师这个指甲啊，赢了。这白老师的指甲是怎样？白老师因为他弹琴，对，他是那个叫古琴的老师。对对，是大家要学琴可以找我们白老师的啊、哦。但是我左手是没有指甲的哈，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白老师，刚才说咱们那个在哪个在哪边任职？不说了不说了，看还说这瓷器吧，快点。现在一对儿哈，哎，底下问，刚刚54啊，军人堂款的啊，嗯，啊，军人堂款的一对巨大号的三角瓶哈，用那个山姆红地的八点水粉彩的三角瓶，现在的最高出价是柯老师的54000元。那么，假如大家没有高于54000的话，我这边就准备倒数落锤了。嗯，那54000元第一次，刚刚大家应该加他吗？大家不要卡秒出价哈，如果大家不准备加价，那就太合理了，这个老师了，买一个都差不多4000元，可不嘛，第二次几位老师不考虑再加一口吗？54000元最后一次，好好，恭喜何老师，这一对买的太合适了。对啊，54000一对全品，高度44厘米的啊！感谢丝珠翟老师的关注，大家多多点赞加关注，关注翟老师的抖音号啊！来，下面是我们本场的第11号拍品，已经过半了啊！民国时期的松石绿地粉彩喜鹊灯梅图天球瓶，是高度31.8厘米，品相良好。又是一件品相良好的器物。那么这件瓶啊，假如说大家伙不去翻它的款式的话哈、不翻它底的话，这个东西的质量不输官窑。对，那么这个其实这个形制啊，我特喜欢这个形制的哪块呢？口略宽一点，脖子立细一点，肚子圆圆的。这种形式来自于哪呢？来自于宣德，宣德的天球瓶就是短径上宽下窄，圆腹。如果这下面再大点，就更漂亮了。当然，它到了晚清了，经过了几百年，它这个器型是有改良的，是吧？嗯。那么主纹饰画的是啥嘞？喜鹊灯梅。喜鹊灯梅，那么是松石绿地上画的喜鹊灯梅。哎，对。对吧？那么松石绿地本身在清代的时候呢，就是一种很高级的釉。是。而且呢，在这个绿地之上画的这个喜鹊灯梅，而且这个梅花呀，这个花蕊啊，用手摸起来以后，就跟那个咱们看过乾隆的珐琅彩那种花朵似的，它是凸起来的，就那花蕊一粒一粒都凸起来的，非常的精细，还真是灯光打上都看见凸起了。对，而且呢，它这个墨彩啊，这个墨彩为什么说这只瓶子好呢？它这个墨彩之上覆盖了一层透明釉。因为这好多个墨彩啊，它是画完之后呢，就是画到这个釉的表面，这样的墨彩很容易脱落。但是你看这个墨彩上面是放光的，还真是。就等于说这个墨彩上边又重新的画了一层透明釉。嗯，咱们看这个小鸟，这身上的墨彩，而且你看小鸟的神态、翅膀、爪子清晰可见。为什么好多墨彩就是个爪子这个位置都被磨的都掉了？嗯，看不清了。但是因为它上了一层透明釉，把它给保护起来了，所以现在这个纹饰非常清晰。嗯，对。那整个的器型就是像我，因为我坐在这个直播间的最前方哈，看的离这个器物最近。那么呢，在它这个绿地的地方，有的地方是泛着隔离光的。啊，能看见。是啊，很明显。而且寓意也非常吉祥。那么大家看一看这个树绘画的，再看这两只鸟。这个树画的叫什么什么梅花？对，喜鹊灯梅。喜鹊灯梅哈。看这两只小鸟画多漂亮，还有一只画的也特别的传神和写实，那小鸟捉食吃的，你看这个逮了一个小虫，哎，这只瓶高级啊，而且下边呢树下边的这是灵仙嘛，哦，是不是这是不是灵芝果、那种，嗯，对，知道，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底足啊，乾隆的红款。而且呢，这是一个典型的晚清的红款，翟老师。对，我是不是说的太急了？不急，不急了，很清楚，很清楚。哟，这个痣还是翟老师跟我们说的那个双山呢。对，而且啊，我这个上手的感觉啊，它这个口部到这个颈部这个
胎体的厚度啊非常均匀。嗯，因为在这个晚清的瓶子，我们接触好多，因为有大量的烧造啊，市场也非常多，就是他们的胎体达不到这种质量，会笨重很好啊。对，嗯，所以这晚清里边的王者，王者，王者。王者，对，王者之中能够呈现给大家，是不是不可多得呢？是，反正我这点话都说完了，到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喜鹊登梅》这个画片啊，甭管是青花的还是粉彩的，青花的呢，我们一般是青花釉里红，这个梅花啊，它用釉里红表现。嗯。粉彩的呢，多数都画这个粉颜色或红颜色的梅花。嗯。但其实这个梅树啊，我特别喜欢白梅。白梅啊，这个就是白梅花也有，花蕊是黄色的。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冬天唯一还能开花的这个植物啊，就是梅花。梅花，哎，冬梅。冬梅是马冬梅吗？什么梅？马什么梅？哎，它这个，所以老话也说嘛，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哎，冬天我们能看到这个白色的梅花特别漂亮。嗯，那么这件器物上的画片，红颜色和白颜色的梅花就都看见了，非常漂亮。嗯，而且这件器物刚才肖老师也说了，不上手啊，我真不好断代。嗯，哎，质量真的不输乾隆。是。而且呢，我们翻过底来看眼前这个胎呢，还是这种现在青铜器的。哎，导播老师，您给照一下这个圈足。对，这个圈足上啊有一层东西。嗯，是全美品吗？是全美品。全美品的。哎，这一层东西呢，粉质感，嗯，很明显。嗯，这上面粘的是什么呢？嗯，粘的是高粱灰。高粱灰。哎，高粱灰。就是，它有那种反铁的那种效果吗？啊，不是不是哈，啊，就是咱们现在呀，啊，不主张烧这个秸秆。嗯，因为它污染环境。嗯，但是这个秸秆烧完以后，那粉末就跟咱们那烟灰似的，特别细粉。哦，它垫在这个圈足这儿。嗯，然后你从匣钵里拿出来的时候就瞬间能拿下来，不会粘。哦，乾隆时期很多官窑和高级的器物圈足上都垫了高粱灰。高粱灰。哎，高粱就是高粱烧那个杆烧的。哦，特细的粉末。哦，哎，这一圈上都有。哎，所以说连做法都跟乾隆时期的做法是一样的。嗯，那么比如我们这个，我们给您的资料是保守的，是民国。哎，民国，民国的。对，但是它的画工啊一级了，因为大家如果要是上手过那只珐琅彩盘子的话呢，就可以在这只花卉的花蕊的部分就可以感觉到那星星点点的，包括这个黄色的花蕊，还有这种那个这只梅花就是粉红色的花蕊都可以感知得到，而且在这件东西呢大面积的留，就算是留白吧。哎，对吧，所以它文人气息特别浓郁。是，首先这个尺寸哈 31.8， 那么大小呢刚好啊，胎体呢也是非常的均匀哈，薄厚包括重心，同又是松弛绿地的天球瓶。嗯，咱们知道这个一直天球瓶所受这个市场上追捧，对吧？那么如果这个瓶，咱们说那个雍正的天球瓶现在得8000万了吧？嗯，那么乾隆的也值个6-7千万，是，对吧？嗯，那么咱就不说那个，那个只是说咱们那个这个一个那个时期的作品哈。嗯，那我们这只民国的哈，虽然我们给它定代是民国，但是这件东西民国里边找不着第二只了。嗯，对，包括你看一下树干的画法哈，因为上学的时候也学过画这个树啊。嗯，是画的非常的写实。嗯，好，那么目前是这位老师柯老师的18万5千，个人觉得是晚清观看官，它这个质量已经超乎了晚清大家的作品。只要是，其实，在民国里边吧，这些质量高的器物有，但是能用松弛绿地为底的这个，很多都做不均匀，嗯，就是深浅不一。所以在这只呢，通体的松弛绿釉很均匀，很漂亮，是，对，很有质感。那么有请翟老师，大家来，别请我了，给您放这，对。别不想说了。嗯，别想说，不想介绍给大家，为什么呢？不舍得啊。哦，不舍啊。你是不是跟
大家哈、啊，嗯，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有些器物跟钱没关系。嗯，你有钱，那不一定能买得到，是吧？嗯，买到的也不一定有那么精彩的一件晚清民国的一个那么漂亮的小尖球。是，所以呢，就这样吧。嗯，好与不好，大众来评价吧。大家不要看它的年代哈，比如说是民国的呀，它不是乾隆的等等。这件艺术品或者说这件古董，我们要看它的艺术性，它的审美，它的艺术性和审美都到了很高的境界，在那个状态和时期。而且它这个刚才香港也说背面大面积留白，当然这是松石绿地儿，还有大面积留绿，它整个其实展开也是一幅画。如果这件东西上拍的话，那大拍做图录的时候肯定会给它展开，哎，做一幅画出来。它这个我觉得最好就是它这个颜色的呼应，这个粉黄和这个绿。绿，对。我们年底现在越来啊，对于审美，实际的审美在。哎，你这么一说，又有人加了一口，现在是云老师的十九。云老师好眼光啊。还是你点评到位了，他认可你说的，所以他加了一手。感谢云老师的认可呢。我是真的不想再多说了啊，嗯，因为心疼啊。那我替藏友们说句话吧，大家赶紧出价，翟老师心疼了，抓紧，哎，赶紧再多出几手，我们就喊了啊，大家再多出几手。收藏的这个整个一个板块当中啊，嗯，从仰韶文化以及到晚清民国，嗯，它每个朝代都有它精彩的地方。嗯，对不对？嗯，每一个朝代都有它最好的，是的，这个作品。嗯，好像这一点哈、啊，就是在民国时候，嗯，属于很精彩的一件作品。是，按比例来说哈、啊，嗯，其他的民国的珠三八友啊。王都啊等等啊、嗯、那些都过千万啊。那你说、嗯、这只瓶子会输给珠三八友吗？会输给王都吗？绝对不会。是100%不会输给他。只不过他不是珠三八友的夸、嗯、对吧，对。他不是王都。嗯。所以就差别在这里，但是呢，在同等的欣赏的艺术角度，嗯、对这件器物，绝对不会输给他，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什么珠三八友的不能等的，就很不公平，你明白我意思吧？嗯，大家呢，如果是认可我的说法的话，大家你就啊，哎，努力一下，对，那么能多能少。自己判断，但是是真的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美的一只小天球品，是，好吧？嗯，好，那目前是柯老师的195000元，这是本场的重要拍品之一，那么大家有喜欢的不要错过哈。是，那如果真的是有喜欢的，来一个整数，整数，嗯，来个整数，那19到20万了。20万来了，老师，您这一说，真有人上来了。20万，二十，李老师的20万。不是，刚才那位柯老师195000呢，也很努力哈、啊。对、啊。但是呢，来个整数好像就比较更完美了。嗯。虽然的什么程度，怎么说啊？真的是，从心里说啊，真的是不舍得哈、啊。嗯。但是也真的是，要交流。对。这只瓶子在我手里最少20年。这边啊，真的，当然也是您心爱之物啊。我是跨越几千年的这个艺术啊，嗯、我就喜欢。嗯，那没办法哈、啊，喜爱的东西太多，也不能永远留在我们自己身边，是吧？是。那么也让目前是云老师的20万元领先，也让大家哈、啊、一起能够分享分享啊。嗯。感谢刚才的。怎么出价的这些老师、啊、三老师第二老师第一个、嗯、第一位老师好吧，感谢个什么冠亚进军是不是对好、啊、那现在是尹老师的20万元领先，那么假如没有高于20万的话我们这
准备到手落锤了啊。那200,000元第一次，那么刚刚几位老师到手了，那大家如果把这么好的一件藏品让给这个于老师的话，就准备落锤了。200,000元第二次，21万了，21万。好的，21万。那21万元第一次，那刚刚的云老师、柯老师还有加价吗？嗯，喜欢就不要错过，我们不差这一口。市场上很难找到这么漂亮的这方面的瓶子。21万元，最后一次，多少钱？21。恭喜这位破折号老师哈，就是您一定要善待他，因为现在您是他的新一任的主人了。翟老师把他让给您了，割爱给您了哈，您一定要认真的对待他。是的。有请下一件拍品本场的第12件，清康熙的撒兰釉粉彩龙纹提梁壶，高度是14厘米。嗯。品相是盖圆，有一个小嵌瓶，口沿有一个小疙。那么起拍价呢是1000块哈。嗯。我都不敢去拿这个提梁哈，哎，尽量少让它受力。是啊，好，咱们先看品相啊。先看品相，对。我们这个盖上有个小嵌皮。嵌皮，什么叫嵌皮呢？好，就是一点点，像那个箭头所指那个位置。哎，白色的地方，这是壶盖的一个小嵌皮啊。必须的东西。大祸之后有大路啊，大家加油。那位老师如果在北京你可以自提哈，然后让翟老师再跟您感慨一番，再嘱咐您几句，你要怎么样对待他。来，然后哎，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小白色的，这个就是这个小铅皮儿。哎呦，就没有了。没有，几百年的器物就咱们就不要哈，嗯，那么挑剔了。好的。是不是啊？嗯，现在也不是什么10万或20万的器物，是，而且是1000块钱起步，是，对不对？那这件小茶壶哈，那咱说打断一下，刚刚有个粉丝问怎么支付，怎么支付？啊，怎么支付？哦，您在那个商城里面，然后有代支付订单就可以支付了。啊，您在商城里边找到代支付订单就可以支付了。是的。对。给我们给一个五星好评哦。那这把壶哈，嗯，其实啊，我们订康熙，嗯，没错，没错。但是呢，如果订雍正呢？对，我感觉有雍正的味道。也没错。我感觉有雍正的味道。那说明什么呢？第一，它这个撒兰呢、啊，嗯，康熙的是鼎盛时候，哎，但是呢，它的器身啊，嗯，挂的这个彩呢，是雍正粉彩，哦，而不是康熙，嗯，那么表示什么呢？你再看看它的底啊，修足啊，嗯，应该呢是康熙晚期。雍正早期的做法，嗯、哦，康雍时候的，康雍时候的，就晚期的康熙的撒兰，嗯，加雍正的粉彩，也是蝶恋花啊，非常有。它这个蝶恋花很不一样哎，还有带龙，哎龙，对、啊，而且它画的很可爱，有点卡通味道，对对对，有点的卡通味道，这个龙有点卡通味道，是的。同时呢，它你看看它那个流哈，嗯。全部用一点点、一点一点的来点缀哈，就好像点了珍珠一样。还有那个提梁也是一点一点，然后珍珠一样，非常的难得少见。嗯，而且呢还没有金。嗯，那么这把壶呢，它还有一个最难得的一个比较，还有一个比例。嗯，跟我们北京故宫有一个白地。粉彩画人物的清宫旧藏的一把壶、嗯、跟这个造型师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翟老师您进哪本书现在去找。现在去找故宫有粉彩。哪本书光彩。粉彩。啊清粉彩的一本书。
画的是白地露白非常多，就点缀了一个老人一个小童，就跟咱们这个造型呢是一模一样，所以呢这把壶来头也不是一般的，因为跟故宫旧藏有一件，造型是一样，所以呢别小看它，我们定了1000块钱啊，好像这个彩有点给我感觉有些洋彩的味道，对 ，Enamel 是吧 ？Enamel glaze 大概哈、它是有一些珐琅的料在里边，你可以摸一下，对啊，凸出来的凹凸感很多，所以呢，这把壶呢也不是说很有触感，一般很民谣的那种，对，很不一样的东西，对对对对对，明白？它呢就是来物中啊。这个器物中内它内里的知识的内里的这个知识文化很多，所以呢这件也是一件不可再找到的暂时是的一件，可能在故宫有一个咯，故宫有一个造型一样的器型一样，但是呢这个彩的没有，没错，所以呢这把壶大家如果是有喜欢的话，可以哈，努力一下。哎，我觉得像是皇宫贵胄喜欢的那种，应该是对，而且还不是那种文人，对，而且很受外国人喜欢，它下面有好几个外国名字的缩写啊，写着有墨书牌英文的，哦耶，真的，那你就是缩写，缩写，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可以给大家看一看，翻译不出来，但是有的，就是就比如说有可能叫什么 Sarah B B something I don't know，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看到了，各种缩写 initial 啊，有 R C， 还有 F 什么啊 R E， 刚刚那个瓶子是有翟老师的签字证书的，对，我们每个都有。每个产品每个器物都会有的，翟老师的数据库又被调动出来了，是的，就是这个壶、哦、他们这还没盖对吧，他有盖，他没盖，有平的盖、哦、咱们也是有盖哈、哦、但是呢咱们是个凸出来的盖、对对对，就是这一把壶，我喜欢，就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拿了一个桃儿，弧形真的可以说是一样的，包括它的流还有提梁的这个形状，好，把这搁到下面对比一下，好嘞，哇，真的这么一看就更是一样的了，是如出一辙哈。对，同一个师傅啊，他这个提手还是像一个桃子一样的那种，带个上面是尖儿的，对，那个也是这样，对，的那把壶那个头也是有一个，是这样的，对，能看出来，对对对对对，是吧？最高点这个也是对，最高点，最高点，对对，也是尖的，对。问你服不服？服服，陈老师的大脑的数据库，随时可以调阅。不是随时提供，有些器物啊是过目不忘的，而且呢我也不是看一次两次，经常啊，那等于啊我们到博物馆啊，到哪个地方的博物馆啊，都每次要去博物馆，去复习啊，复习，复习啊，为什么呢？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也。对对对对对，永远不会那个什么，浪费，对吧？而且刚才翟老师还提到了哈，这件是康熙和雍正的这么一个也算是过渡时期的一件器物哈，那从学术研究价值来说也很高。它也是一个transitional， 也是一个过渡期，它是康雍的过渡期。transitional， transitional。所以啊，多去博物馆是对的，多看，多进去我们的电脑上，对，对，要随时要调动的，噔就出来了，对吧？但是啊，这段时间就劝你们别去了啊，人好多，尤其是故宫放假了，上我要约，结果他就约不上，都满了。一是约不上，二太热，太热了，我今天早上啊，参加我们一家人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
露天的啊，露天的草坪上有一个仪式。那新娘不是已经要煎熬死了，还有新郎还穿那么多西装衬衣，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新娘啊，她这里打了粉底啊，这里都要留下来了吧？然后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念珠一样，就是热的寒的，好惨。所以这段时间啊，可以去博物馆，比如说首博。或者是有哎，对，首博啦，或者是那个国家博物馆啊，在故宫吧，会真的是要考虑清楚啊，太热了哈，因为怕小孩子啊，年轻啊哈，也受不住啊，那好吧，现在是什么？现在是14000，柯老师的14000。如果大家没有要继续出价，我们要开始倒数了。各位老师还有没有想要出价的？我再说一点这个符的好处啊。那我们14000第一次你再说。好嘞。这个经常玩紫砂壶的朋友呢，都会试一些出水啊，试一下它这个流，看一下流的角度。那么这把壶呢跟我们传统的做法是一样的。这个里边是独孔的啊。而且这个独孔的位置是偏这把壶的肚子的下方，那么就是这个孔的位置的设计。那么其实我们看这个流这儿也可以看出来，看见这儿了吧，孔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啊，是这把壶肚子1/2处的下边一点，那么它倒水的时候出水的压力还有出水的这个流量是非常合适的。那么这个壶里边Mandy 你可以看到里边星星点点，看见了吗？是，看见了，看见了啊。那么这一点又能看到什么呢？我就好像眼睛里就回到了古时候的画面，是，就是姚公把这个放在辘轳车上的时候，手一边转这个转盘，右手一边吹这个青花骨料，也就是这个撒蓝釉，吹的时候那个蓝点的青花骨料就溅进去了，所以这把壶的里边虽然是白的，对，但你也能看到灿若星辰一样的蓝色的，全是点点的状态。我就喜欢这种满天星辰的感觉。哎，那你可以住一个露天的玻璃房啊。有道理。好，那我们现在是林老师的15000了啊。那我们也是林老师先把谁买了这个，我们就送个翠玉的小串，哇，都是刻的小好美哦，小飞珠。好嘞，给大家看一眼啊。有翡有翠，对，哎，红颜色的是翡，绿颜色的是翠，这一串上面呢都是小肥珠，哎，有翡有翠，珠圆玉润，珠圆玉润，哎，都对。那现在是我们林老师的15000啊，还有各位老师要出价吗？你看，我们不仅有这把壶，还有这个小手串，这个寓意非常好。买到壶的老师，对，这个手串就送给您了。没错，那我们15000第一次刚刚出价的老师们，还有要出价吗？不出价，我们要继续倒数了。我不要错过自己喜爱的物品了。那我们就15000第二次。好，大家积极猜，哎，16000了，16000，道老师出价16000，是，对，刚刚林老师还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非常值，一举两得，一箭双雕，对吧？哎，17000了，哎，18000了，18000，道老师，对对对，道老师18000，刚刚的林老师还要不要出价？林老师看样子也很喜欢，您还再来一手吗？没错，林老师19000了，那道老师还要再来一口吗？可以凑个整20000，哎呀，我们翟老师说的，对吧？啊，凑个对对，哎，好，感谢大老师来了、啊、来了哦，对，非常给面子，哎、感恩感恩，感动。对，那我们大家没有继续出价，我们要继续倒数。那20000第一次，道老师、林老师还考虑吗？那不考虑的话，我们要继续倒数了。各位老师还有要出价的吗？20000第二次。林老师不考虑了，各位老师们不考虑了，我们就让道老师把我们的小手串和小壶买回去了。那20000最后一次。好。好嘞，感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刚才一直出价的林老师哈，感谢您高风亮节互相谦让。感谢 Sky 迪成为我们粉丝团的第3441名成员，大家点赞加关注，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多多关注翟老师的抖音。是的，
那现在我们是啤酒杯了，我好想知道那个秘密，好想知道那个秘密。对，我们现在是这个很特殊的一个啤酒杯，明崇祯的青花人物纹把杯，高 19.7 厘米，哎，把把上有一个保佑。好，那先给大家把品相看好哈，嗯，来，就是把的这个上端这儿，我食指指甲指的这个地方，这儿有一处抱右，看到了吗？哎，我侧一点光这就看到了啊，看到了吗？就这个地方，能看到吗？好，啊，看到了是吧？好，就这么一个先天的不算问题的问题，其他就没有问题了。嗯，其实啊，嗯，我们现在呢，对于收藏的，哎，我觉得越来越有点偏差，越来越较真儿。钻进了胡同里，牛角尖来，对，牛角尖还是不好听，因为太多不公平的事情。对对，比如说，我听说哈，很多平台其他人买了东西之后呢，就退，嗯，原因就是，哎，你们跟我说这个有一个气泡，啊，嗯，你没跟我说有一个黑点，嗯，或者是有一个缩溜等等，其实这个，哎，我都无语了，嗯，你们是搞收藏的。你还是搞收藏鸡蛋呢？你要既然如果那么挑剔，那么这个叫什么叫较真儿？对，较真儿。较真儿啊，就较计较的较，哎，计较较真儿，较真就别来收藏。你看到现在刚才那个有个这个小爆肉对吧？讲明啊什么的，这不是什么问题呢？别收藏了。这天上的好几百年的一件器物，你们知不知道收藏是什么？是整件器物的爱，嗯，而不是去挑一个气泡一个什么东西，嗯，你没办法意思吗？应该心中很宽大的去收，嗯，我们以前面对那么多的藏家就喜欢这个东西，好，它的历史，它的器物路上好画工好等等，就值得我们收，嗯，而且以这件器物就是这件器物的应有价值，应有的价值，它有毛病就有毛病的价值，没毛病没毛病的价值，对，人家不是骗你，我修了之后说完整，这个是咱们不对，我希望大家呢，对于收藏来说啊，我们是喜爱器物，喜爱收藏，珍惜收藏，而不是去挑这些一丁点的毛病，我希望大家是能够根据我的这种啊带动啊，希望能够传播给大家，以后不要那么去挑剔，如果再那么挑剔的话，别人玩收藏，玩个鸡蛋。别说的那么不是很清楚，谁买了那个啤酒杯，哎，我们大家一起去喝一杯啤酒，对对对对，哎呀，喝啤酒的，安静很押韵啊，对对对，谁买了这个啤酒杯，我们一起去喝杯啤酒，喝一杯，对对，还有一上了这气，对对对，一起来哦，加油哦，加油，很少见那么高深的，我见过短的，是他年代哈。往后，嗯，比如说到康熙、雍正，他这个杯呢就开始矮了，小笔筒似的，对，就像一个小笔筒这样。说这个画，它在哪儿？那感觉那这件器物啊，这个，首先它的纹饰是写什么纹饰啊？纹饰，这个，看一下是四爱图吗？是仿友是吧？啊，也可能是仿友，有九生过来看看，他画的是什么？一个高儿童拿的是什么？好像粽啊，是吧？端午吃粽。端午节吃粽子。不，那个三角形。哦，三角形的。船啊。哦，船，小船。还有 MD。有 MD 啊。是吧？这难道是我们还在学习了吗？我们还在看着那个画意是什么。平常都没留意了，你看，翟先生，你都没留意。哎呀，我们学徒的时候，师傅就不叫我们看了。大马人、美人，那个高士，地是哪？就完了。Dutch， 荷兰的吗？对，荷兰。哎呀，
所以款在哪儿呢？我看了，没大家没加入粉丝团，加入一下我们有有是这个 MD 吗？ No, 是吧？我感觉不是。在开拍之前，你不是讲过这个？对呀、啊，我就是想知道这个秘密，我在猜测呢。我知道，对，我就是在找呢。那必须想知道，我很想知道的。他的信息在里面的，在哪里的？首先，嗯，这一圈你是什么花的？嗯，大家看一看，我也想说云香是，对，对，万根花，对，对，对，郁金香，过来的这一圈，对对，那个就是郁金香啊。荷兰的国花就是郁金香，而不是玫瑰。不是玫瑰，是。在这一行的文史当中，就告诉大家，当年就是荷兰定烧的。荷兰定烧的，厉害。哦，您刚才说的时候，这是一个这个标牌，对，它有款式，没错，就这个款式，暗码，对对，就是这个款式了。嗯，但是哈、啊，这件的器物哈、啊，除了它的来样定烧之，嗯，暂时不说，嗯，从它的纹饰，它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彩画工等等，完全是最好的崇祯的表现，是。大家同意吗？同意。而同时中西合并的一个作品到目前好几百年了。嗯。啊，让大家呢一起分享一下一个明末清初时代的啤酒杯。好吧。是不是值得大家啊收藏呢？咱们现在称之为啤酒杯，可能过去是说是啤酒杯，但是它是明代时候，欧洲人就喝啤酒了。哎，原来啤酒啊，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啤酒啊，哦，在欧洲有四千多年。是吗？欧洲有四千多年。我以为像中国啤酒是1900。没有，原来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我们那天看资料，因为我跟翟老师在看讲这个，我都查了，啤酒原来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啊，那这个杯是一定是被、所以明末清初做的时候是有这个，是有这个。那么干杯什么 cheers 不是从英文什么他们老外来的吗？嗯、那他们喝酒喜欢邦邦碰吗？对啊，邦这么大。这杯应该是没碰过。不能碰，不能碰是吧？啊，那就可见了这个外国人对我们中国这器物这个喜爱之深、啊、爱好，对对，很珍视的，是吧？嗯，而且那把子上个怎么样的一点毛病没有，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是吧？嗯，对对对，这是几乎等于全品，是。好吧，那么目前是英老师的74000元哈，嗯，最高出价。明代就是，这是咱们定的是崇祯时期吧？对，对，崇祯代崇祯时期的，也是市场上所受追捧的一个品种，品相完整。那另外呢？挂着荷兰的郁金香花，还有中国式的纹饰，中国样式的纹饰。对，而且这个高深的很少，一般是矮一点的嘛。嗯、矮一点我真见了，早期对，期到晚期了就矮了。哦，这个是早期，就是年代比较好的都会瘦高一些，瘦高一些啊。好，那现在梅老师的76000元领先。那如果这个杯子，它要不是个把它把去掉，变成中国笔筒呢？就是一个画什么？对对，觉得就是一个画轴，那就可能翻好几倍哦。我觉得35、30左右。对对对，最少哦，是吧？大概这个价钱。对。年代是准确的，是崇祯时期的，那么呢，品相也相对完整。那现在最高售价是梅老师的。哎，谁买了这个杯，我们一起去喝杯自带啤酒啊、哦！自带啤酒喝，自带杯子喝啤酒。这个非常高级啊！要是哪个啤酒不买去了，我们就厉害了。是啊，放一墙收藏。对，放个照片给我照起来。对，然后给专门给高档人士。好，那目前是梅老师的76000元领先，如果没有高于76000的话，四位就都到手了。那76000元第一次。现在说直播的事儿啊，这别联系主播的事儿。76000元，第二次，几位老师，现在是76000，如果大家不准备加价的话，准备落实给梅老师了。嗯，好东西不容错过哈。是的。看看砍秒出价。好，那76000元最后一次，
谢谢小梅老师，您买一个崇祯莲子罐啊，有的是。那您买一个崇祯这个，真是真多见。哎，不敢说稀里拉屎独一份吧，反正绝对是少有。好，那么下面进行本场的第14号拍品，清代的德化窑寿字纹双耳瓶一对，高度是18.5厘米。那么品相上面的器身有多处窑峰，窑石形成窑峰。好，再给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用看也行，就所有它需要接上的地方，比如这两个耳朵是需要做好了以后粘上，那衔接处有点小窑峰。那比如说这个寿字纹，这寿字呢也是贴上去的，然后衔接的地方可能也会有一点。大家看一看细节啊，就是衔接的地方。好，那我这样再给大家看一点具体的啊，来，我停一下就能看到了。来，比如说这个耳朵这儿看到了吧，这就衔接的地方，这儿有点小窑峰。小窑峰，对。对。再比如说这只瓶的这只耳朵，其实这真的也不算啥问题哈，工艺问题，看见这儿了吗？哎，这个也是一个窑峰，就所有的这些地方都是衔接的啊。再比如这边这个耳朵也是衔接的地方，哎，所以不是问题啊。那再比如这个寿字这个地方也是，哎，这个寿字切一下，哎，寿字，哎，这个地方也是哈，别的就没有了。那么这一对瓶呢也是有出处的哈，是2002年的嘉德，看当时这个小薄本的图录。哦，好，给大家看一下底，底是有款的啊，是林杰生制的款，就这样。侧一点，侧一点，侧也看不到是吧？能看到大概有那么点纹路，但是看不清。好，那我就告诉您了哈，是林杰生制的款。那么这对瓶呢，有出处是2002年的嘉德，然后呢，第164号，哎，这个绿颜色的纸上边写着呢。哎，清德化窑寿字双耳瓶两只，哎，并且款也写清楚了，这上面的款也写了啊，是林杰生制的款。哎，这个图录也是很老了，小薄本，当年2002年的嘉德图录。2002年啊！啊，2002年，年龄挺大，挺大，哎，年龄挺大，挺大，没出生，确实是。哎，这个林杰生呢，就是咱们清代的时候德化窑的制瓷名家。嗯，但是这个我们给的年代只写的清，看看。咱们常见是把清的那种那个什么喜字罐啊，罐冰梅罐啊，那也，但我觉得这个年代从颜色呀、形制还有它的底啊，我觉得都会早一些吧。起码17世纪啊，17世纪那个等于是康熙啊，我们这边只给了一个清字的那什么，我根据我又说说我们白老师为什么没有洗干净啊，那么脏。你看那个脏都可以洗掉的，太忙是不是啊？分洗干净，突然再拿出来都上拍了是吧？对，所以没洗干净，可是洗好了就很漂亮的。那谁买的？如果愿意的话，我亲手洗。上次不是洗过一件吗？是啊，对对，对不对？是上次不是啊？啊，翟老师答应的哦。这回大家可以放心了啊！而且就是翟老师亲自把它洗完以后，又给它加持了一下。就冲这个，大家也得再多出两手啊。那必须的。必须的，翟老师亲自洗的啊，而且您买了一个，翟老师可给您洗两只呢。翟老师这个工作量比平时大了一倍，上一次就洗了一只。而且他有那个2002年的记录。好嘞，刚才看了，但是因为他白呀，看不太清楚，我再试试给大家看一下，看能不能看清楚那个款哈。
这一只还挺清晰的，我躲一下看看。我招了出来再看。哦，那也行，我试一下。啊，这只清楚。哪只？对，清楚给我来。对，这只清楚。照完以后，我们再通过手机再看一下啊。这个好主意。谁也照不来。没招不出来了。是这个林杰生制的楷书，然后印章款。德化窑一般是那，就是这种私家款的，对对对，私家人款的，嗯，招不来，招不出来。这个资料啊，已经有早在2002年已经人家已经做出来了，对啊，家德图录上都写了。这个书不送了吧？送啊，送！谁买了这个，连那个书也送了。啊，哇，这个记录太好了吧？是啊，2002年的拍卖记录啊，到现在已经二十。对啊，2002，20年了，对。哎，年纪比我大一点啊。哦，对，大三岁。2002年的嘉德图录，何老师的最高售价37000元。嗯，假如没有高于37000的话，你们是准备倒数落锤了。喂。这个价钱哈，等于是买一送一哦，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啊？其实大家对这个德化窑认知没有那么高，对，这是南方烧白瓷的一个著名的品种。那么它的最近的有一个达摩，达摩1000多万一千多万，哇，同样是一把，那个也是德化，对呀，我们这个也是德化，对，而且年代都差不多的，哦，是吧？那么这把泥呢做着平了就卖37000，这把泥呢做成达摩了1000，那当然不一样的。所以呢大家加油哈，同年代的东西，而且呢早有2002年的拍卖记录，所以有喜欢的不要错过啊，非常难得的倒带一对德化17世纪的一个一对小瓶。哎，我们今天也没见到阿表来这个榜一大哥。对，阿表今天不见了，但今天我们的叫什么 lock shock lock 来了。对 ，shock look check look check 完了，我已经脑子不好使了。look check。嗯，好，那现在何老师的37000元领先，那么没有高于37000的话，我准备倒数落锤了。那37000元第一次买一赠一呢？买一赠一，大家好好想一想哈。啊。青岛西的德化窑的成对的，那37000元第二次上面有多少个数字啊？哎，那我给大家数一下，在这数一下啊。对啊，数一数上面有几个数字啊？对，八个，八数。嗯，那30000加起来就16了啊！大家不准备加价的话，我准备落锤给柯老师了。嗯，那37000元最后一次，还是很公道啊。好。好，谢谢。那下面进行的是本场的第15号拍卖品，清乾隆的君侯釉胆瓶，高度是36.8厘米，那么器身呢，有一点爆金，对，这个金金硬啊，叫什么叫金爆金？爆金，对，那个一般那个窑变的屏幕上面不都上面那些点点吗？都是那种颗粒的爆啊，颗粒的爆，颗粒的爆。就是叫什么？爆晶，爆晶，晶体，爆晶啊，晶体的晶哦，不是害怕的晶啊，不是惊吓的晶，但就恰恰就是这个纹饰，也是一个判断它的依据。对，哎，从官窑到民窑都很少没有不爆的，是啊，嗯，到从官窑到民窑几乎都有，嗯，但个别情况啊也有没有的。嗯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也应该接受。胆瓶呢是乾隆民窑中啊，我最喜欢的一种吧。嗯，就是这种叫胆瓶啊。嗯啊，我任何一只官窑不说啊，嗯，就是民窑的话，反正是胆瓶。嗯，我几乎啊。都拿啊，收入囊中。就是如果我的经济能力之下，嗯，会收，嗯啊，原因是什么啊？它实在很好看。我们要知道哈，胆瓶的线条，它倒带的一定是很雅的，
现在非常舒服。如果是晚期的哈，它就肯定是哪里粗了哪里细了，或者是这个比例呢总是差一点。但是呢到十八世纪雍乾的话，它的线条非常舒服。同时我们这个我们这次君鸿釉的本瓶呢就不用多解释了。全部都是最标准最典型的乾隆。首先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很多次哈，它这个胎，它这个胎呢是素胎。看一眼胎。小薇。哦，就是底没有釉是吗？啊，底呢是这个比较粗的这种火石红的这种胎。哦，这个是第一。典型的这个乾隆。并且呢还有这个旋纹。旋纹啊，这个拉胚的这个痕迹。一圈一圈的。第二呢，它是坎角菌，北方人就不叫坎角菌啊，北方人不提。但是这个底足啊，阿面底你看一下啊，大家看一下那底，就是它是留下，然后你给它敲下来的。That's right， 没错。所以呢，这种痕迹呢，基本上在乾隆八九度的时都是这样。包括官窑也是这样。在官窑呢，当然。在御窑厂呢会打磨，打磨完了之后呢才上工。那么我们这个呢就稍微磨了一下，当然它比较就是明窑没那么讲究嘛。但是哈，它这个红釉的颜色我可以说是100分的，非常漂亮艳丽。火红火红的颜色，没错。拿个灯给大家再看一看。好嘞，点个灯。啊，真的。拿个灯啊，其实已经很漂亮了哈、啊。但是我们再点个灯给大家看看，就更艳红了、啊。摆在家里非常吉祥，红红火火。对。五米远都能看得到这种火焰火焰的这种颜色，是吧？真的不是说卖花赞花香哈、啊，夸自己的花好看。确实，你们自己点评，我有没有多余的夸赞这件器物？没有夸张。你说老实话，实事求是。Mandy， 我有没有夸自己胡说的？那肯定是没有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平台，尤其在自己的拥抱在这个平台，更不敢。乱夸自己的东西，所以呢，想收藏，比如说红釉啊，或者胆瓶啊，这个是可以选择的一件。同时呢，这种瓶现在哈、再找一件呢，也不是很容易，是吧？所以啊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价钱合理的话，我是很想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一件那么好玩的一件。值得收藏的一件好的钧窑啊，钧红釉的胆瓶，好吧？大概都啊说了挺多的了哈，大家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了，好吧？该出价了。底没藏哈，刚才翟老师讲了，这是烧造工艺，它这个釉会流淌，会敲掉，所以就这样。君临老师没有藏，品相良好。是说这个行情好的时候都要这个价钱了哈，微微老师说的。还说翟老师衣服帅。这两个红色你看它也没有可比性，但是刚才那件打灯的时候它真的这个红比衣服还要红。那当然了。那当然。哎呦， B Iron Man 送了一个深海明珠。我还说那刚才怎么出现那个了。对。Iron Man 啊。上一场这位老师也来了好像是吧，深海明珠。我的最高出价是云老师的40000，以片为领先。那么假如没有高于45000的话，同样还是准备到手的锤了。这是本场的第15号该品哈，那么呢后边还有5件器物哈，咱们抓紧时间。那云老师的45000领先，那么这位 VV 老师说的很对哈，行情好，其实行情呢对于这种好玩的器物哈，也不会有高低，这种的都是稳固的。对。
按今天的行情，不管它好与不好，也应该呢是在七到八。你说的对，现在这个行情呢，对于这种好可爱的这种民谣的话，也是应该是这个价位。嗯，最近中茂拍了一只很小的，大概就十来公分的一个小梅瓶。嗯，也是军红，但是呢它带一点蓝，有条小裂在嘴在口缘。嗯，卖了15万。卖了十五万，卖了十五万，那我们也是小雷品，才四万。但我们这个瓶大堂很多啊，是啊，对，是不是啊？嗯，我们是吧？所以大家又知道一下，你们听不听得进去啊？我就不说了。但是呢，我是分析给大家听，这件是值得收的。啊，那这个价钱，是吧？嗯，是值得收的。我不是。老说哎呀，老宅你是不是夸自己的这个器物好啊？怎么样？不是啊，只是真的是认真的，给大家告诉大家。啊，现在是云老师的45000元领先啊，没有高于45000的要到手了。那45000元第一次，那刚刚几位参与的老师现在正在倒数，如果大家不准备加价的话，我就落锤给这位云老师了。大家不要喊秒出价啊！那45000元第二次马上就落锤了，几位老师还在考虑吗？45000元最后一次，好，恭喜啊！请的好啊！下面进行的是本场的第16号拍品、哎，我喜欢这个。清雍正的文彩蝶恋花纹盖盒，直径是17.4。品相是底有一个 Y 字形的线。嗯，完了口缘有个小铅笔。那么起拍价呢是1000元。哎，好，等一下。稍等啊，喂，我们屏幕还没变过来，再稍等一下。稍等，稍等啊。哎。稍等，那么下一遍啊。雍正的粉彩蝶恋花纹盖盒，直径是14.4。先解释一下，给大家看看这个底。好，先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底的大体的情况哈。嗯。哎，一个 Y 字形的栅底，退出去再进一下是吧？成功了吗？嗯，好像没有，没有，也没有。我这还是上一件。嗯，大家稍等哈，咱们来先看一下本场倒数第五件的雍正粉彩，蝶恋花纹盖盒，直径17.4厘米。现在先跟大家看一下品相，底有一个栅底 Y 字形的，但是透了，盒里边的颜色没有那么深哈。哎，盒里边的颜色没有那么深，然后大家买到也不用担心，其实你自己慢慢洗也能洗出来。然后盖子的，哦，不是盖子，也是盒。哎，盒的边上呢有点洗，那个哈，那个，对，那个地方有一个，啊，眼镜，对，在内眼。嗯，可以了，可以了。哎，转变过来了，可能是网络。哎，刚才可能又掉帧了。对，好，盖子盒的内沿儿这儿有一块小飞皮儿。嗯，什么物件？一个捧盒，或者说一个盖盒。好，就是这么样一个品相哈，非常漂亮，声音也好听。这件咱们今天直播前好多藏友就点要看这个，是哦，特别精致，有眼力，有眼力，很精致。好，大家先看一下啊，整个看一下它的器型，外壁的纹饰，一会儿再继续给大家看盒里边，无论是盖还是盒里边都有纹饰。
特别喜欢它里面的纹饰，就是像你一样是吧？哎呦，您太会说话了。我说的是事实。哦，谢谢。说了什么？就是形容您这个腿型漂亮，就像仙鹤一样，又细又长。哦，你看这仙鹤都跳舞，都飞起来了。对对对。哎，大家再看一眼哈，仙鹤好像跳芭蕾舞一样，舞的就姿势好。嗯，仙鹤腿。阿妹弟，你小时候有跳过芭蕾舞吗？跳过芭蕾，很小的时候跳过，后来有点煎熬就不跳了。哦，对。那有没有学弹琴呢？有，钢琴也弹过。钢琴弹了挺久的，多才多艺哦。嗯啊，又学画画，嗯，又沙龙，嗯，又懂，又喜欢沙龙，嗯，拍照，嗯，你看看这些啊，现在当代的哈、啊、的女孩子哈、啊，多那个什么哈、啊，多有知识哈、啊，还有那个内涵、修养、气质，有没有打篮球了、啊？哦，篮球那是中考必须考的，也就打过一点，不行，打篮球不太行，不太行，这篮球只是爱好。哦 ，OK， 不是，对。哎，看一眼这个五色祥云，哎，这个微微老师说了，仙鹤一品鸟，达官贵族定烧器，哈，哎，没错，还真有可能。这个我们清朝官员的补子。哎，就会有仙鹤呀。那最高出价呢是29000。嗯，三万了。哦，那我手机又定住了，我这儿。3万元，喂。那如果没有高于3万的话，我这边是准备倒数落水了，32000。那32000元第一次。嗯。几位老师不要加油哈。加油。不是，不用加油，老师得加油啊。那32000元第二次。刘老师不要错过啊！那32000元最后一次，哎呀，心疼啊！哎呀，好好留着这个仙鹤吧。对，下一件啊，分享的第10件200品，清康熙的青花双龙戏珠图三足炉，直径是20厘米。那么品相上面呢，只有口沿及那个足弦根部有一点点小抱用，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好嘞。第4件了，大家先看一眼口沿吧。它这个转过来的时候，我停一下给大家看口沿哈，都能看得见。然后呢，来这些地方，哎，看见了吧？其实也是很微弱、很薄弱的，然后有一点脏，你洗一下就都还好哈，也就不会看得这么真切了。哎，口沿有点小，到右就没有问题了。直径20厘米，双龙戏珠的三足大香炉。好，给大家看眼底。哟，这炉的手头还挺沉。来，我也得看一下。哇，我知道为什么了。好，先跟大家说哈，其实这只炉呢，也是满釉的，它这三个足啊都是满釉的。那么在日常当中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有一点小的剥落，都是正常的，说明这件东西的炉分呢很高。哎，康熙不买还买什么，此时不买更待何时。是，那么它是满釉的呢，它实际上也就是裹足烧。那么这个地方呢，疙了疙瘩麻麻咧咧的呢，这个就是垫饼。哎，那么把垫饼垫在这个地方，再放在匣钵里边烧的哈。哎，烧造工艺啊，炉分很高。嗯，好，转起来给大家看，双龙戏珠，二龙戏珠。康熙时候，其实我们比如说看到这个罗汉炉啊，或者佛肚炉，反而相对来说多一些。那么这种筒式的呢，就相对来说少哈，还加了三个足。如果没有这三个足，就是康熙的大碧海了。万事如意老师说的对，
大家就让子弹飞。这个炉是烧香的是吧？是插香的那种。对，烧香啊，插香的。所以你看它的口沿也有点小设计。是，就是它是有一个凹下去一块的。哎，对了，对，那么就像打袜一样，这样凹下去一块，嗯，并且呢，它是有一个台阶一样，是，就是靠近里边的这个矮，对，靠近外边的这个高，嗯，别小看这么一点设计。就是比如一个小的香炉，我们插一根香，掉下来那香灰有可能会掉在这个炉以外，掉在桌子上。那么其实这个台儿也是起到这个作用，能尽量让香灰都掉在这个炉里边。哦，哦，就有这个意思。对，这个龙雕的很，画的很好。哎，画的很好，很强，有很强壮。对，康熙时候的龙就是特别的凶猛啊，因为刚刚平定江山呀，哎，那个气息。对对对，康熙的气息还是在的，就是非常的凶猛哈。哎，然后有可能是宫里头烧香的了。嗯，会不会因为一般人不能用龙的纹饰是吧？是吧？确实是。对啊，所以他虽然没有款，可是也应该是宫里或者皇爷他们用的，嗯，就是他们用龙，是，对，非富即贵哈，哎，肯定不是一般人家用的爪子，龙的嘛，哎，嗯，然后是康熙的哈，是康熙的，嗯，完了这个龙的这个火珠，这个火焰纹也是画的非常的这个有力量。然后能够感觉到它的动感，对，好像飞跃一样的，哎，就好像那个火的飞一样。对，好，那个你们说吧，我的手机可能又卡住了。这个火有什么讲究吗？就是这个龙一般都会跟着这个火珠纹，哎，龙嘴里吐出来的火珠纹哈，嗯，所以有动感，好像懂了，你在走，懂了，都形容的太好了，啊，自带 BGM， 行走的音乐库，嗯，对。哎，北老师也说了哈，这个啊，微微老师，龙纹霸气凶猛。嗯，这个火云都好像动感很强啊，哎。是的，而且这只炉呢，我们看一下它里边呢，嗯，也是满釉的。嗯，康熙时候很多这个罗汉炉或者是佛度炉啊，或者是清早期，经常这个炉的里边呢只有一半有釉，在井底下的时候就没有釉了。那是为什么呢？它也是为了这个省那个油，增加产量。哦，它里边又套了一件小东西再烧，哦，所以里头就没有油。对，它同样一摇的话，这样再套一个就能多烧一件东西。那么，哎，对，那么这件里边是满釉的，它就没有去让它增加产量哈，还是追求质量的。那肯定就是不在意这点钱，肯定是达官贵人。对，一定是高尚的人家。对，然后这两个双龙珍珠很有气息。嗯，是的。但是呢，在故宫的一个，嗯，康熙的青花啊，嗯，我们呢是一般有三足的叫炉哈，是，但是呢，在故宫，有一个这样的器型，嗯，是顶鼻筒，哦，这么大，但是它不够高吧？鼻筒的话，这叫鼻海的，嗯，哦，鼻海的，哦，你看。对，都可以，哎，知道也是，哎，文人的折扇呀，小卷轴啊，嗯，毛笔，那个就没有脚的了吧？也有脚，也有脚，所以这个也可以做笔筒，对对，笔海或者是，对，嗯，不一定是香炉，没错。所以我们呢，也应该有时候也应该对照故宫的，用品这些，嗯，专家定的啊，嗯，这种说法吧。那我们一般的说炉，但是其实。你说鼻海行不行？行，啊，你看案前也可以放鼻啊，是，它这个形式还是那个鼻海的形式，一样的，其实一样。对，而且它中间也有一点束腰的，有点束腰。哎，康熙很多鼻海大一点的也是中间是瘦的。我认为他天生就是鼻筒。哦，我认为是这样。你就做一个比对一下，嗯，一般的炉应该香炉是大口，嗯，然后扁的，嗯，圆的，嗯，这种就是炉，嗯，对，或者是仿铜炉那种炉就是炉，嗯，那这个直身那么高，你装香或者是点那个什么香也不需要那么高，嗯，是不是啊？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就推翻了，哦，应该要跟这个康熙的青花
都很亮丽的。对，嗯，应该呢要按故宫的说法、嗯、作为一个正确的这个鼻海。鼻海，明白了。那现在到我了。对，到我了，该你的。大家没有出价，那就要倒数了。倒数了啊。对。那么这件这件炉啊，画的是双龙赶珠。嗯。咱们光讲器型的，没有讲这个纹饰。纹饰，这个龙啊，这种大头，嗯，下巴比较长的，应该都是康熙的典型的画法。而且呢，再看到这个康熙的龙立龙里边，曾见过它有三条杠下来。嗯，哦，就是那个康熙那种斗彩对吧？上面是立龙，底下画海水龙盘子，特别的威猛。所以立龙画起来是。康熙的龙跟满清龙是不一样的，对，没错。包括这个，那这边这个蓝料呢，也是你看它这个青花料有浓有淡。嗯，虽然说在这个你在这山水画上，那么辅笔虽你能看到什么，就是这种技法，那么在这只龙上同样又能见得到。嗯，所以呢，绝对可以推荐给大家啊。哎，我刚刚看到这个不是五爪龙，这个是四爪龙，是的，就是民谣，民谣啊。哦，就很简单了啊。嗯，就不用再。区分它官窑啊民窑啊这样子，四爪龙这个加再加上也应该是高官的吧，也是这个画的这个青花的发色也不是一般的，对啊，文人墨客能用的，哦，那有可能是皇子的用的，对吧？而且很生动，对对吧？而且那个龙很生猛啊，你看看那个火哈、啊、对吧，把这个猪跟那个火焰非常生动有力，是的。好，那么目前的最高报价是柯老师的42,000元。是。那么假如没有高于42,000的话，我们这边同样是准备倒数过数了。哎，于老师43,000。那于老师，刚刚几位参与的老师，现在是于老师的43,000。那么没有高于43,000的话，还是同样倒数。那43,000元第一次。刚刚几位出价老师。稍微有一点点的帮助的一个康熙时期的龙纹的三足的香炉，巨大号的，现在是林老师的43,000，那43,000元第二次，几位老师如果不准备加价的话，我就落实给这个林老师了，大家还在考虑吗？这个是算是很宽大的，你看，嗯，好，那43,000元最后一次。好，佣金是15。好，下面进行的是本场的第18号拍品，清康熙的青花西厢记图盘一对，直径是15.7厘米，然后这个品相有一只抱幼，然后另一个有抱幼，还有一点磕。好的，外国朋友都说好哈 ，Peter 都说好 ，Peter。好嘞，咱们两只都摆上。是的。那先给大家还是先说品相哈。嗯。哎，就是这只呢，哎，这儿有一块这个口磕，其他的呢都是口沿的抱幼问题。那么这样，我这只正着给大家看，另外一只呢、嗯、倒着看，那个倒着看的地方就能看到口沿的抱幼了。嗯。能看到吗？这只口沿的抱幼，哎，看到了。刚才那只是磕，这只呢是口沿的抱幼。嗯。他这画的《西厢记》是吧？对，画的是《西厢记》的人物故事。好嘞，这样一对儿哈。而且是真的是一对儿啊，嗯，一模一样的。我这是讲了个啥故事呀、啊？嗯，我还真不知道这是《西厢记》里的哪一出。去普济寺。去普济寺。张生当时崔相公死了之后，然后他们来我们家，然后的话正好是赶上大年，跟张生在普济寺相会，哦，就是刚认识。哦，学习了。画边《西厢记》的一出，哎，对了，
平时里边西厢记呢，这个张生跳墙画的最多，还有这个长亭送别画的多。嗯，哎，那个好像有一出画的最少的就是那个跪在案前那个，哦，是吧？是在一个也是在一个寺庙里面，一个前面跪着，是吧？后边围着是这个。哦，学习了。这个要是大家经常看戏的话，知道每一折哪一出讲了什么，就都知道非常具体的故事了哈。好，西厢记人物故事背面呢是圈足，没有任何纹饰，也没有款儿，直径 15.7， 刚才品相给大家看了一个抱幼，一个有一块小磕，其他就没有问题了。康熙的人物的青花发色也好。那现在是柯老师的14900哈，那么给大家展示背面。好，那再给看一下。口沿有几处抱幼啊，这也是传世品那个典型的这个特征哈。对。因为传世的东西呢，在这个历经了几百年下来，肯定会有些个破损的，这也算是正常的范围之内的啊。那么它没有掉，咱们最怕的什么对开呀、掉砖了是吧？嗯，是。这上面这只马里面只有一些个马眼，还算是相对保持完整的，马面是没有伤到的。那么青花发色呢，也是。典型的，比如说刚才那个，咱们看那个，另一只盘子，第一只那个叫咱们丹丘顺的盘子，那个地子上面那个地板那个，地板，对，那种菱形的块，在这上面也可以看到。哎呦，还真是，嘿，是吧？看到了。大家看屋子里边也有菱形铺的地板哈。嗯。看到了吧？屋子里边。而且呢，这个盘是一对的哈。那么这一对的康熙的盘子现在才卖到14000哈，我觉得这个价钱有点偏低。嗯，那么直播间这么多老师，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让这个价格便宜成这样的。怎么说呢？叫赌漏是不是？哎，得赌漏，我不捡漏可以，但我得赌漏。对，好，那么现在康老师的14000领先。不过有时候也要。有时候也要让人家买一点便宜的东西，但老是说便宜，要买个好的，他们就会在下一场又再放，就是又再加油。哎，是的，是的。所以每一次都能有好的东西，买的便宜价钱，吸引大家过来。对对，大家常来比如宝斋，对，那能去跟张老师分享这个收藏经验，还能买到一些个便宜的上手。就离我们更近一些的器皿。对，今天那个买到咱们道光官窑盘子那个 H 老师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是今天他买到咱们永宝斋的第四件藏品了。哇，对，谢谢。买了咱们四件了。对呀、啊，所以有时候买的我们便宜的回去都开心嘛，我们也开心，朋友收到好东西也便宜，不要每一次都要那么贵。是，感谢棒棒糖。而且这个送给你的康熙盘窑和康熙民窑盘里边有一类是刀马人的哦，有一类是那个西厢记的。嗯，那么西厢其实把西厢记所有的话就是这种版画，哎，对，哎，其实也是把这个西厢记的 collection 收起来。对，是，哇，好主意。因为之前也有人说，那个小贝，这个西厢记一共有多少幅那个版画？我记得大概多了吧，七八十幅吧。是吧？哇，这好主意！所以呢，这个凡是西厢记的，我们就收起来。是，对，不错，主意不错。嗯，好，有请那个翟小姐姐倒出来。好，有人点名吧？有人点你。那行，那我们大家没有那个顶戴夫老师先加入我们粉丝团啊。对，点赞加关注，然后加入我们粉丝团，多多关注翟老师的抖音。那没有老师加价的话，我们就14000要开始倒数了。非常开门的东西，对，大开门。嗯，而且尺寸也好，不大不小的，又是成对的，现在才7000块钱一只，还不如光绪的一对盘卖的高。对啊，是这个300。光绪的民窑盘这一对也得卖到好一点的，也得卖到4-5万吧。对啊，一般就再一般的也得卖到18000-20000。那谁买到这个，就从西厢记的收藏起。柯老师的14000，大家各位老师们还有想要加价的吗？确实是很值得啊，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莫林堂晚上好，您叫我小白就行哈。那各位老师没有加价，我们就要继续倒数了。那14000第二次，
大家不要对大家不要卡秒出价，因为我们这个会有网络延迟的啊。现在网络延迟挺差。对，刚刚还掉帧的，哎，一万五了。那现在我这位老师一万五，一对的，这是一对的。那各位老师还有没有想要出价的呢？刚刚的何老师，各位其他老师们还有想要出价的吗？那一万五第一次。没有老师出价哈，我们要继续倒数了。刚刚的柯老师还要来吗？还有其他的老师们？嗯，那一万五第二次，如果没有老师出价的话，那就最后一次了。一万五最后一次，谢谢老师啊，也感谢前面几个参与老师。那么下面进行本场的第18号、19号拍品。嗯，青光绪的青花缠枝莲宝石花纹出锦尊出锦瓶，高度呢是31厘米，品相良好吧？这怎么看像个法器、啊？像个法器哈、啊，而且呢，这个造型很怪，是很神奇。那么出锦尊没见过，出锦瓶哈，那为什么叫出锦呢？因为它器型来源于哪？哎，是的。那么瓷器里边带出几的，我们常见的，那就是在明代的嘉靖万历时候遇到的，比如像出几尊或者是花姑带出几的。那么我们这件器物呢，其实它整体，如果看整体上来看的话呢，这个器型有点像蒜头瓶。看细节上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加上出几蒜头瓶。但是它这个蒜头瓶的这个蒜头呢还不太一样，在哪呢、还有一个，还有五个孔，很神奇，五点，嗯，花叉，哦，是花叉的器型，嗯，哦，不用叉了，直接自己就摆好了，造型都已经想好了，全部都齐了，对，哎，对了，像一个莲蓬头一样哈，是的，贾老师说，它是仿什么呢？嗯，我觉得像您先说。我觉得像那种法器，我还是觉得像某种就是那种武器类的东西，啊、但是我也不知道啊。像是啊，一个武术的工具、啊。对对。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哦。然后它有这个带轮的、带刺儿的、带刃的、突出，所以你觉得它像一个兵器？对。嗯。那马老师呢？你认为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呢，可能还是仿铜器、青铜器，因为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有一次我在一个人的店里看到了一只这个蒜头瓶，但是是这个青铜的，我才知道原来那么早的时候就有蒜头瓶这个器型。当时呢是倒酒的盛酒器。对对对，汉代就有。哎，对，汉代就有很多的蒜头瓶的器型，所以我觉得这件呢又是蒜头瓶的器型，又带出几，我觉得还是仿一个青铜器的器型。就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哈、啊，这个器型出几又是那个钻石口哈、啊，的这种尊哈、啊，我是买过大明嘉靖年制的这个嘉靖官窑的瓶的。哦，那也就是说，嘉靖官窑本年就是有这个器型。没错。哦，那我是真没错。而且还买过油款的，是在法国很多年前买的。哦。那么，他。是光绪的，就仿万历的，仿嘉靖的，嘉万时候吧，而且它这个青花的发色也是仿嘉万时候回青的那种蓝中发紫的那种颜色，它就是仿明代，嘉万时候的这个器型，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是，但是我们这只呢，底下是平底的，哎，底下是平底的。今天我直播前上手看的时候，我以为底下可能会有加过万的款儿。啊，哎，一上手一看是平底的。没错，同时呢，我们买那只真的那只啊，是凹进去的，大明嘉靖那只。啊，是圈足的底，凹进去的。凹进去的，是有圈足的。圈足的。底肉的。那么个情况。那但是这只哈，虽然是它是这个。光绪仿的哈，但是呢，也不算是一件不好的，器物，也可以玩，也可以收藏，
啊，虽然呢，他是光绪时候，但是光绪有光绪的好好玩的地方。嗯，第一，作为家里的装饰品，嗯，也好看，嗯，对吧？是的。第二，年代也是老的，嗯。第三呢，根据这个造型，也可以追寻到哎。这个嘉靖万历时候也有这种造型，是的，是吧？嗯，也能够学到啊，这个明代也有这种造型，嗯，一举几得，是。而且呢，第四个好啊，它这个价钱呢，嗯，也很合理。那是啊，用不了嘉靖官窑的价，对，这个可以说是买半个包的价钱，嗯，你说值不值呢？就买到一件哈，百年前的。一件老的几个青花瓶子，嗯，品相如何啊？品相是完美的，你看看，嗯，又是完美的一件晚清啊，光绪的一件仿明代的一个蒜头瓶，莲蓬瓶吧，啊，叫莲蓬瓶，对，好，然后呢，价钱也非常合理，对，应该啊，可以。考虑考虑，完全可以考虑，啊、因为可以考虑，真是没见过。如果翟老师不说曾经买过一只嘉靖官窑就是这样器型的话，我都不敢想象。嗯，刚才翟老师，这个字里行间呀，还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嗯，翟老师刚才说了一个词，叫钻石口还是钻石头？嗯、对，这个头啊是多面的。嗯，我们看钻石的话要八件八心，这个挺哎各个面的。对，它如果这个头单拿下来也像一个骰子。刚才我为什么跟大家说我说这是一个五点呢？我就想到了骰子。嗯，大家看一下这个好多个面的，就像钻石的那个切割面一样。对，八件八心，没错没错。哎，这个如果不说，你可能想象到它是一个圆的。但刚才翟老师说的这叫钻石头。对啊，钻石头又学一个词，以前都没听过的。它就是。几何图案的这样 cutting， 嗯，像红宝石的切割的，切割的啊，对，很有意思哈，嗯，是有意思，嗯，那么你这个价位能够啊，请到一件清光绪的一个那么好的一艺术品的话，嗯、何乐而为呢？那是是不是啊？是，所以我觉得哈，可以考虑考虑的，嗯，那我们现在是。27000元，哦，两万七，27000。如果呢，来个整数，对，今天最后的第二件了，倒数第二件了，就是、嗯、对，大家前面没买到，可以现在再来加把劲，对对吧？倒数第二件喽，佣金15%，对，15%。如果您还没买到的话，这件其实。真的可以玩，对，很特殊，很稀少，嗯，而且呢，如果是这个价钱啊，嗯，啊 ，Mandy， 嗯，玩多久？如果再滚动，嗯，不敢说能赚多少哈，嗯，肯定不会赔，对，嗯，保值是，嗯，保值是，不行，好。嗯，幸亏我普通话不太准。花钱里犯的错，您别客气，这是一首歌的名字哈。对。好，那现在最高出价这位老师的27000领先哈。那么我看价格先停在这儿，好久不动了。但是我如果没有高于27000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倒数了。你来。哦，那27000元第一次，各位老师们还有没有想要考虑的呢？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一件器物，那而且价钱也非常合适，对，不仅是合理啊，嗯，简直就是合适啊。嗯，那么还有没有要参与一下的？再参与一下啊！对对对，啊，再出一口两口。我喜欢整数。对，刚才聊了他这么多，还忘了说了，这件东西制作工艺难。嗯，这个器型做完以后，这初级您得单做单贴吧。嗯，贴完了以后没有摇曳摇峰，这个钻石那你也得贴。你没 cutting， 你没切割，但你也得弄成一面一面的吧，是再给接上吧。对，还包括上面的这个莲蓬口。对，行，那我们27000第二次，还有。各位老师还要出价吗？那没有出价，我们就要最后一次了。那27000最后一次，
好，好嘞，感谢。来，我们本场最后一件是一个清中期的窦青釉暗刻缠枝花卉纹太白罐，嗯，是高 27.8 厘米，就是它这个有一个底打过洞，哎，是吧？对了，唯一的缺陷就是对这样了。它这个底打过洞，是不是有可能当过台灯？对对，它连那个托都是连那个托都打完洞了。对，哎，就是那这个托就表示这个托也是原装的，是吧？也几十年前的。嗯，对，而且通过口沿的一些脏的痕迹也能看出来当时也是有这个铜口，没错，所以说明就是做台灯的底座了。 嗯， 欧回的，这话说的真简约。哎，好，欧回，对，欧回，欧回欧回，我觉得欧回就可以说，嗯啊，就以前的那种什么回流啊，就不能说了。对，欧回啊，欧回啊，那以后就什么欧回倒回，哎，对对，好嘞。首先这个器型呢是一个太白罐的器型，哎，但是它比我们平时拿在手里把玩的那个小号的呢个头大，嗯，口沿呢也算是纯口的，非常圆润哈，纯口的非常圆润，是，嗯，脖子一圈回纹。整个器身的这个缠枝花卉呀，这个纹饰呢特别的清晰。嗯，我屏幕前的这个颜色呢会偏浅一点，实物的这个绿颜色呢会更深一点。嗯，对。然后肩部呢是这种大的披肩花，是如意云头纹的这种大披肩花，就像康熙青花那个大披肩花一样。底呢是这种仰莲瓣纹，变形的仰莲瓣纹。翟老师，咱们定的是清中，那能定乾隆吗？还是清中严谨。哎，对对对啊，清中期比较严谨一点。嗯嗯，夹道。好嘞，高度 27.8， 就是打洞了，别的没有问题。我看一下这 27.8 是裸高还是带着座的啊？嗯啊。就是器物自己的高度是 27.8， 那如果算上这个器物座的话呢，大概是 32.5 左右，嗯，哎 ,32 左右。好，就是这样一只被改过台灯的这个太白罐。其实这个罐啊做了台灯呢就做了，嗯，好，那么也不可惜了哈，已经是百年前的这个事情了，是是。那么现在呢，以这个工，嗯，这个纹饰，以这个工来说，嗯，打完洞之后呢，也直也抽直，是，因为这个是压的吗？不，剃的。哦，剃的。哦，那这个啊，就刻花吧，简单来说，嗯，整件器物哈，当他拉完这个拉完坯之后呢，嗯，就。这个匠师就把它慢慢的剃出来，嗯，剃出来之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手工艺要告诉大家，嗯，就是它上釉的时候所沉淀的这种聚釉，嗯，都在花纹里面的身体，是的，这样子才能很清晰的看出这种纹饰的立体感，嗯，这个上釉啊，嗯，很重要。它薄的地方就薄了，嗯，但是它藏在里面的那种深的颜色，是，嗯，深的聚釉，嗯，才能看出它那种立体感，嗯。那么这个是不是一般的手工也能做得到？而且它上釉的时候是不是很讲究？那肯定多了，整个纹饰卡就模糊了，是不是？是，是少了看不到颜色有，对，对不对？而且那青釉呢，它是。几层的上釉后，嗯，经过烧才能有这种青色的釉色显示出来，嗯，有点玉质的感觉啊，玉质感，懂我意思？嗯，不是说上了一层就完全明白搞定是吧？嗯，那么一件被缠过的打过洞的哈，嗯，的一件器物。
啊，保留到现在啊，所以工艺这么好，是不是啊？而且呢，你这个价钱，我觉得最后一件呢啊，对呀、啊，我们来送个礼物吧。哎，好，好，谢谢刚刚这个艺术店的保时捷啊。哦哦啊，谢谢薇薇老师的保时捷，小春玉串。哇，这个下面是花多宝串，花多宝串，有什么东西啊？哎，对，哎，有个元宝，嗯，对，石榴，啊，有石榴，对，有贝壳，啊，还有贝壳，给它举到前面去，有，哦，抱歉，元宝都在上面了，嗯，也是绿的吗？对，看也是绿的。小串儿。也是红翡和绿翠都有，对，哦，哇，真好看，多宝串，确实真好，确实好看，这全部都是翡翠吗？对，全部都是翡翠，哦，有翡有翠，有翡有翠，有绿翠，有翡翠，是的，阿姨又献出了她的翡翠了，又随着器物送这个礼物，对，好吧，是的。大家喜欢加油哈！刚刚有人问这个底座是什么？底座是硬杂木啊，硬杂木的。那咱们大家都得多希望阿姨常来呀，是送东西有礼物啊，没错，你们多加班啊！哎，大家说不是多加班，加班就变成我们合着买。哎哎，对，多加油，多加油，多加油，嗯。好吧，那目前是英老师的19900，嗯，也是本场的最后一件器物，嗯，那么时间呢已经到了11:30啊，是啊，东西呢是非常好的，哎，安客的纹饰非常清晰，早一次我们也拿一些玉起来，对啊，拍卖好，对，好，好，改天，改天，改天，等8月份吧，等8月份，好，咱们就上一些个可以佩戴的玉件，这个什么那个。君子养玉嘛，玉养人是吧？哎，上一些可佩戴的什么小玉件了，可以可以。对，你看我们肖老师现在口才哈，是啊，玉养口舌如簧。好，那现在是殷老师的19900，没有高于这个19000的话，我们就到手落锤了。对，这个是真的画的很好，我挑的很好哦。对，屁色的，细啊，屁色，那上面都是元宝。像那个小孩那个戴那个多宝红锁，是的，对对对，如意的，那么很值啊，很值这件器物，这个真的很漂亮，嗯，那家里很好看。我们要开始倒数了，没有其他老师加价的话，那我们19000第一次，大家还有想要加价吗？各位老师，来个对，来个头整20000，对，以20000结束这美好的一天，嗯。还得到了我们的翡翠多宝串的，哦，谢谢，来了一个，谢谢，我们20000第一次，各位老师还有要加价的吗？没有要加价，我们就要继续倒数了。这位是什么老师啊？这位是被爱心包裹的老师。感谢你哦。这个老师醒目啊！祝愿他被爱心永远包裹。年轻年轻的。啊，20000第二次，还有要加价的老师吗？没有要加价的老师，那我们就最后一次落锤了。20000最后一次，谢谢。好，感谢，哎，好，感谢呢各位哈，嗯，亲朋好友、粉丝啊，这个今天晚上一直陪伴着我们，嗯，祝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也感谢所有我们公司的同事台前幕后的这个辛苦啊，我们下周三再见，同一个时间，对，抖音直播间，嗯，再上见，是的，晚安，嗯，晚安。